看。嗯嗯嗯，等一下，我这答案是什么？好，我先开 SAI。欸，那我能说话吗？说啊。哦，是哦。哦，是哦。应该很早关，早上七点吗？早上七点，你要早上七点睡哦。我昨天不是吗？那是，你不是说是跟？跟能力比较好的令 ,DNG, 我希望你把它放上去。等一下嘛。嗯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好可爱哦。好了，等我一下哦。安安，今晚只是再说一下，大概我们进度到哪边，完全没有进度，都在做准备。王，我应该标题改成“哇，八五九一有卖装备耶”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对，应该这样打对不对？嗯，你要不要改？好，我改。哦，真不愧是我，快留白边。给你。还是我教你怎么做？呀、yeah, ，我现在没空。好啦。哦，他出现了，他出现了。谁出现？谁出现？十三。哦，十三吗？哇，没有，看看。八五九。好啊。叉有卖。这个游戏的装备，爱十三，等我，等我。我今天看到你在鹿米台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快睡着了。我说十三啊，他有在鹿米台出现。嗯，好的，没关系的。我等下应该会去其他地图，因为这样地图东西太多嘛，也还好啦，清掉很多了。我们会换一张地图去做那个挂材料的地方。哎，你要再找一下你是需要什么材料，就像动物的骨头或皮那些。嗯，好的。好死不死，我要的材料是长颈鹿的。阿长，我对不起你。阿长啊，睡着了。对啊，我最近其实七点就想睡觉了。好了，我转船。等我一下哦。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。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，好期待哦、喔欸。鸽子出来了诶。欸等下鸽子，等下你不用拍我了，等下有你最需要拍的东西出来。嘿嘿，等下有鸽子很喜欢的东西。哎、欸，鸽子快点，这样有没有？再一次，鸽子拍哦，预备。对，鸽子拍。等一下，不知道。鸽子拍。好了，你可以放了。鸽子拍。怎么就很好看？你一定要给我乱拍一堆其他有的没的。他说一二三咔嚓的时候，你是一二就咔嚓了，你是那种人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样有 GIF 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我是纯透明吗？怎么办？我有点担心鸽子怎么拍我、欸。很会跳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按 Auto 加二就会跳舞了呢。哎小，经理，我操！
跟动物之机等等跟台，好，云拜拜。我现在看到，抱歉，太嗨了。海林安安，萌妹子蓝蓝安安，不啦，耶。哎，萌妹子蓝蓝。你这样啊？你这样，你从那边存好了，或者是应该可以？你从哪里？是说什么东西？你去看 LINE， 那个十三好可爱哦、喔，它直接是透明的。这怎么存？另存新档就好了。嗯。哦。十三听到有关键字很恐怖啊，没事，现在就知道了。嘿嘿。然后可能放在一个小角落。我今天应该会挂着睡觉，好啊。感谢你的挂台哦。我会有鸟大便。嗯。你可以连了。我去看游戏。好。喂。嗯。嗯？我在弄。嗯，好。新增来源，冰淇淋也来。哎呦，怎么能说我有？你们好坏哦！我跟你们说，我爱的人就你们。哦，是这个，找到了，开启。有了。放在画面中间好了。嗯。啊，这样看不到我了，现在看不到我了，好爽哦、喔！没事，这样你们就不用看到我了。啊，你怎么截图啊？来，让你截。哎、欸，歪掉了，跑出来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现在换十三游了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跑出去了啦。视角。不是视角问题，他怎么会这样？一下左一下右的，那这样十三只能变更大了，就这样子了。好的，现在是你的台，是啊，是你的台啊，你才知道。你要吗？你要这张图的话，你可以跟楠楠拿哦。他策划的。哪有？那你现在变成30了。对啊，你看13、30、13、30。行，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画我自己没办法画这么好看。你可以再说更小，感觉很可爱。再更小一点嘛，我觉得很大。嗯啊。哦，那么小吗？放哪里？因为现在用 OBS 看，觉得已经很小了。哦，好嘞，那你放在那边好可爱哦。放在快剪键上，拿来使用。拿打。十三，给我过来。好啊，我关台再给你，不然到时候就有人说哇懒懒不认真，没事，谁会这样讲啊？天哪，啊哪搞死了，我的天哪！嗯，不知道是哪一个歌词。来，这个箱子是你的。来，我为了懒懒大大做了这些装备，看这个加攻击力，看攻击力，看攻击力，嗯，都可以换掉，看有没有比较好啦。嗯，你换啊，啊那个降落伞的话，左边那个就给你吃掉，啊右边那个你就拿去用吧，属性再好一点点。对。有吗？有比较好吗？嗯，等一下哦。你这些是，你给我这个吧，熊的。什么熊的？这些都是你的。好开心。这些都是武功。等一下、喔，我把东西存一存。我今天好不容易魔功撑到1000了、欸。哇，你好屌！我现在是差就头盔，不知道怎么搞，搞不出来。
然后还有盾牌的位置弄不太出来，其他勉强可以撑起来。然后8591有在卖，好夸张哦！哎，他8591一件装备，这种游戏一件装备要250块，而且看起来就像修的。对啊，哎，他是所有属性都是顶的那一种。感觉就是开修改器，然后用什么材料一大堆，然后一直狂刷出来的。哎呀，恐怖哦！而且现在他们把没有 NPC 在跑了。对啊，我们好久没有 NPC 在跑了。对啊，没有缺电池我也不怕。不然就是请阿努比斯来做吧。我觉得阿努比斯还好啦，另外吧，那阿努比斯如果爆真的话，我们要清他清不完。就请、哦、对，请简单一点。好、欸，我会发光哦。对，会发光。哎、欸，还有啊，还有啊。嗯，你说两个吗？带两个。力战的古代也是你的啊。哦，这也是你的啊。对啊。好嘞、欸。对啊啊，然后你有盾牌，盾牌看要不要也要做一个，也可以加工。可是盾。弓不能拿盾牌吗？嗯，弓可以吧？弓拿盾牌的话，拿不了弓箭。哦，哦，对哦，它是箭矢的位置。嗯。是这样吗？嗯。哦，好吧。哎、欸，好像不是哦。对啊。它是双手的位置。对啊。等一下看看。对不起。嗯。我其实这一箱是放装备的啦，如果有要替换的，我是放在这里。啊、你可以看一下你今天下午在研究的时候弄到的。凡凡跟谁一起玩？凡凡跟蓝蓝 ，FAN 跟 LAN 玩。对啊，改天就是把一群会师找在一起玩。你画我猜，或者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其实有想找十三你们一起玩你画我猜。降银不是有说他想玩你盖我猜吗？嗯，记得找我。我也不会开地图，我也不会开伺服器。有比较痛吗？有了吧？有痛一些，蛮痛的。对啊，今天都刷不到你要的，今天都是看到就生命降很多，又降攻击一大堆的。哎、欸，对，那我直接把弓跟你换好了，你那把给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把是什么属性？不要、啊，忘记了。没有啦，我这把其实算很好。攻击三，攻击多少？加三吗？来来来，跟你换。加三而已。来来来，还是跟嗯，来你的给我。换吗？可是你、啊、反正我只是我不，反正我只要我是中毒用的，又不是打伤害用的。哦。你看一下啊。什么色呀？哎、欸，没有比较痛哎、欸，没有有啦。可是我刚刚打600多哦，有了。对啊，他的伤害幅度有变。哦，有吧？对吧？不然你看一下，你这把装上去跟那把装上去，你看那个战斗力那边。这游戏很贵吗？300多块。嗯，没有很贵，就很好玩。你要以游玩时速去计算。你为什么要拉起来？你按右键就好了。不是你按不是你按 tap， 打开包包就可以看那个伤害了。哎、欸，你看一样啊，其实会是一样的啊。不是你看哦、喔，4491对不对？好，转上去、嗯。哦，你是看战斗力哦、喔？对啊，那边的哦。对啊，要看哪里？差5，差很多哦、喔，哪里差5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差400多哎、欸。哦，你说看战斗力，好懂了。对啊，因为你看攻击力。没有啦，谁跟你看攻击？因为他有算在那个啦，什么暴击什么鬼东西。你看我那个紫色属性这么多，你把你那给我啦。好啦，对不起啦。想说真的不行，我这个就跟你换了嘛。哦，我游戏声音没打开，你等我一下。
烦。猪兔兔来了，对，哦，有了。再说一下，猪兔猛进。好了，你看我。哦，你做的那个？我没做，我买到的。买的，它长得不是很好看、欸。我知道，我要换掉了。你刚刚有点吓到我了。这边有棒球帽啊。我觉得棒球帽蛮可爱的、啊。要靠这游戏赚钱了吗？很难呢、欸，不可能啊！那些赚钱一定是开修改器的啦。看到一些都是怎么讲？因为这游戏你看啊、喔，武圈你看好，你看它上面不是有我的装备，不是什么飞鸿的、古老的这些有的没的的吗？三个词缀出现的几率已经是10%以下了，那四个词缀出现几率好像是0%多。还是6%忘记了。然后它每个词缀都是四个属性，然后都是很高很难得到的那种东西。它一定是开修改器去调物料、原料。那我也开修改器去赚钱好了。嗯，你就不用去上班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不错，你催我，这样就可以。还是画画。要干嘛就干嘛了，对啊。我要干嘛？我希望有人花40000块养我。我也想啊。我要干嘛？我们去新地图好不好？走啊。要去哪个？哦、你不要往上开嘛，往上开要那个。因为你看哦、喔，你往上开是6等，你往右边开是5等。对啊，就是同个等级的其他地形。其实可以的话，我们赶快去7等会比较好，因为7等是之前改版前是最高等的地图。好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走。我去哪？你跟我说要什么好了，我刚忘记了。齿轮，应该吧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那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？什么？你帮我拿，我要整理包包。哦，你好麻烦哦！我刚刚就觉得我讲这句话应该……哦，你好麻烦哦。齿轮。要做齿轮了，嗯，然后还好当时有留一些特别的那种齿锥的骨头那些，嗯啊，哦吓我一跳，你学鲨鱼哦啊，没有啦，那懒懒的卖萌，你们听，我傻眼嘞、欸、啊，我刚刚以为我要退出游戏了。我跟繁星大大玩，然后我本来还做一个是鸡的那个，你去看大便鸡的词缀，然后是护身符，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吃词缀嘛，然后鸡的就很烂啊。樱桃糖安安，你是改过名字啊？我记得你原本没有前面樱桃糖。嗯，等我一下哦，存个东西。好，等你，在等广告时间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哦、喔，阿鸽子13冰淇淋啊，你们来看台的目的是看懒懒对不对？对，傻眼，对，我觉得是呢。哎、欸，你来了之后，他们就很常打字了、欸。嗯，那是他们可能本来就在挂台，然后对，有时候会看到13打个安安之后就没有看到打字。对啊，就会挂台啊。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晚上啦、啊，晚上比较没什么人，比较好看到他们打字。那对不对？少在那边乱讲话。对对对对。看，繁星在卖萌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过分呢、欸。
地图上一堆物资被你射一射，你不给我去捡会卡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小妞了。大家，我的目的是打指令。嗯，你也为此而来，这个吗？我也为此而来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们怎么不再捡垃圾了啊？那款是不是差不多毕业了？捡垃圾就是那个游戏的名字吗？就盖车子啊，好像叫什么废品之荒、啊、还叫什么的？哦，就那款啊。我以为你是在骂他。没有啦，哈基，你给我去捡垃圾就好。对，我想说哈基，你怎么不去捡垃圾了？因为今天看到十点，他们是玩一个我之前也是蛮想玩的，嗯，就是一样，就是大家就是去好像是修什么钻地道的东西，然后去打机器人，拿他们零件来强化自己的船。啊，你听不懂。嗯，简单来讲，我们今天玩泰拉瑞亚的时候，啊，十大棒，反正十大棒你是要带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是要收集物资，强化自己的船。我再去更强的星球去抢那个收集物资，抢到自己的船。那我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也有点点像。我们的船是装备啊。对啊。宁宁安安，大家钻地基。我想说奇怪，他们怎么有开始贴一些啊？我的愿望清单有的游戏是不是想找我玩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误会了。我好了，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太小声喽！哦，土豆，你要接多少东西？开，我是壁虎。啊、哦，这是什么岛？好平哦，不是平啊，好绿哦。我们越过地狱了，来到天堂了。地狱真的太可怕了，你要不要给他们看一下？上次不是去过了，我还要再去看一次、喔啊。上次有哈。对啊，云不在。好，上次我整个死在岩浆柱里面呢、欸，不死啊，而且还吓到大家。被岩浆，繁星，刚刚是你的声音吗？我说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喂，我被霸凌吗？喂，好，兔爸爸。嗯。哦，土豆。因为那声音太不像你了。我来到麦当劳店，卡拉鸡腿堡，还是自己拿鸡腿堡？卡拉鸡腿堡。卡拉鸡腿堡是肯德基吧？嗯、欸。自己拿鸡腿堡才是麦当劳了。哦。所以当时那首歌是这样唱：我来到麦当劳店的卡拉鸡腿堡，然后后面是有点色的。哦。那身穿黄色跳衣的什么鬼东西追着我喷？嗯。哇，完了，我要被截图了。鸽子助手，欸、这边猪71等呢。鸽子助手，鸽子助手，我的手现在举不下来，放不下来。助手，不要欺负三长的事。鸽子助手，好了好了。鸽子笑得很开心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猪好高等哦、喔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连猪都打不死哎、欸！猪打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这边的羊打死也有16经验呢、欸，呜呼！36经验呢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不用毒剑砍大家看好不好？我没有毒，非毒剑以外的剑，给我，你有吗？怎么会有？嗯，不要先打，先打。哦，36哎，天哪！那你用毒箭打有经验吗？没有，我不要毒箭了。毒箭打龙用啦，你要不要先砍木头、砍石头用？我现在就想去刷个商人之类的。现在啊、哦，我也没带斧头哎，算了。你还有什么用？啊？你还有什么用？我的天哪！哎、欸，你快说吧，吓到我！哎、欸。害我抖一下，砍他，砍他！我好兴奋呐、啊！嗯，我觉得刚刚是不是很大声？因为我没注意听，我就很好，我就很喜欢哇！砍我砍我砍我砍，
好痛！我白痴啊、喔！哎、欸，他读不起来啊！好，我要来了，我要来了，我要来了，我要来喽！来来来来！哦哦，好快哦、喔！这是长大后的我了。哦，我们得到了雨。我给你，我给你，你自己念，我不会念。啊？什么东西？签名的。啊、哦，雨衣的鲫鱼。雨衣还是雨剪？它是姓吗？哎、欸，它什么字啊？什么什么字？我看不懂它的字，它怎么念？哇，补一千多哎。对啊。怎么办？来到这个，好了，我砍木头给你，等我一下、喔。我要去那个柱子，不是上面有那个哎、欸，柱子，柱子，我、哦、柱子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哦，好可怕、啊！我等下死了，你要救我哦！啊，不是啊，你你死在安全一点的地方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啊啊什么啦？我连这么刻薄的愿望都不行啊！哦哦我厉害了，我厉害了，它上面太可怕了。那个来来来来来，蓝蓝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个，这个怎样？你放在快捷键上面，要放在快捷键上哦。嗯。然后你对它使用两，按一下它技能，然后砍它，然后开始砍树。这样砍吗？你会发现木头很多，30个啦。你会发现。快砍快砍继续砍、啊、这就是 我那时候想要乔夫的剑就是这个原因。可是我们这个技能我们自己也可以点啊。没有啊，它是必定五等的呢，它是直接给你五等技能呢。哦也是啊。对啊，你就不用，你就省去剑的啊。他血给我扣太多了啊，我要死了哦，吓死我了、哦、他扣血哦。我不知道耶，因为我刚刚狂扣耶，还是有人打我。没有，你没扣啊。没有，我刚刚补回来了。没有，我现在刚刚看你砍没扣啊。嗯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刚刚好痛哦。痛吼。嗯。痛吼。PC。过来哦。我在帮你找石头啊，你要不要石头？我要石头吗？我看一下。你不用做剑石哦。不用啊，如果一般的木头剑石不用石头。真的假的？我记得要石头啊。那个是要用工作台做的。你这个是剑石哦。对啊，它就是树枝、哦。那要不要做剑石啊？如果做工作台，做来做剑石或石头啊？嗯，做工作台，而且你工作台自动帮你做啊，你要站原地做手手、啊。我刚才在想。对啊。你好棒哦！哎哎哎，跑！嗯，靠呀！跑！哦，有流星。我跑不了啦！你怎么可以让？先跑。所以我才跟你讲说。啊啦！我跟你讲说，你看吧，工作台的重要性。看，有流星，在哪里？哇！我已经被吓到两次了。我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猪的松露哎、欸，那就是脚脚。猪的松露是什么？松露。没有、啊，它是松露，但它词缀是猪的。哦。还有什么猪的欧晶晶吗？欧晶晶，是哪个材料？算了，你再用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射水牛。哦，哇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你，哎呦，又没经验了。对啊，用毒就没经验了。你还是你就是最后一下的时候，嘎巴射死，用毒也没关系。我刚才也是，可是好像还是被毒弄到了、欸。而且我好像发现，你毒伤害太高的话，你尾刀也没有用。我今天有测试一次打龙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就是高于你基本伤害的样子。对啊，像我只要连射他五发，基本上2500、2500、2500啊。哎、欸，五发2500，好像是六发吧。长颈鹿打人呐、啊，好痛啊！那我不能帮你攻击。
你后面哦。我已经被砍到了。哇，你升级了，是你的功劳，好痛哦！感谢你阿长咬人，先睡了，晚安，晚安哦。感觉不可以欺负鸡耶，只能欺负鸡了。对啊，鸡吃我们的两倍高哎，等级。等一下，我见识好慢哦。欸，其实我现在手上拿的见识还蛮好的。你说不信哦？欸，没有，不好，不好，它是减20。好，好，看到了。再做一个工作才出来啊。没关系。那我看这样一发多少？那等一下，喔，你要加 buff 吗？啊，先不用，先看一下，测他好。用个跳烂的打。哎，620还是有啊，还是蛮高的啊。我620什么意思？我一发620，只是没有那个，对啊，我看，只是没有毒的效果而已。他刚低头。来吧，我帮你加 buff 喽。你看又变好不好？有石头了呢。那这个？对啊。好了，加完 buff。我打他50。冲啊！94，打他不痛。哇塞，你那招好屌哦，是 bug 啊！你要想啊，这花魔的。可是也太强了吧！好爽哦！哇，1167，没有，主要是靠刚刚那个啦，战歌，没有办法。你好厉害哦！这个太矿石，就是要烤鸽子啊！我知道小雨是谁的啊，追名小雨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认识，我认识，我认识。你认识就好。哇，小雨被繁星点名，好棒哦！那时候想说你们说的小雨，我总觉得好像知道，但是不知道是谁。烤小雨啊，烤小雨跟烤鸽子。别乱啊啊！好，我们可以逛了。我已经放弃经验了。有就打，是不是？嗯。没事啊，我就是什么经验，我们用那种繁殖机把那个鸡出来打就好。你来我身边好不好？我体力不够，体谅老人家，我努力在跑，你有感受到吗？还有在射我，你知道吗？我，这边有78的呢，熊啊，还会瞬移的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我是觉得是游戏本身的问题。结果，障碍物来了，你躺到我了，我进不去了啦，我进不去了。他去哪了？他飞起来了。就是障碍物来了，啊，人嘞，啊，熊嘞，这边，哦，太黑了吧，哇哦，哇哦，好了，鱼霸狗，走吧，王德，哇，哇，哇，这后面可以抢吗？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走吧，鱼霸狗，去霸狗。哦不，我魔号好凶哦。那你应该去买一些。我有买啊，我买。
只是我你要原谅我，看到什么都想考。我知道啊，我想说看你考啊，我不想，我不想丢脸。你怎么看我考？你在讲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施救在这边应该会有吧，感觉很像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在我前面，欸、你不要在我前面。那应该是你走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要走位，是你往前走了一步。我刚刚没有动啊，是你推了我。开始推卸责任。秀秀安安安安秀秀秀秀秀。广告时间，哦呦，鳄鱼，哦，是猫咪，我来射，我看，啊，对不起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你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你怎么死了？哎、欸，鸽子，鸽子，鸽子，截图，截图，我要复活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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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复活，复活。谁理你呀、啊？三十六，不用啦。我看三十六，哎，因为你复活了。对啦，因为你等一下过完年也会死啊。不会啊，我不会死，为什么会死？会死啊！我骂脏话了。我这么强。哦，这么强，先跑开。我刚刚在咏唱，他又咬上来了。我说，你咏唱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唱一下，我才知道说你在咏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打不到哎、欸，我这样不能打哎、欸。啊！你，我就在这个位置。我要道歉。李子，他咬我，快打他！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我爱喽。我是。你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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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我前面。气死人了！不是啊，八十几等呢、欸，我就快跑！叫我来呀！我少爷掉粉丝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复活马上咬我一口、欸，哎，这只猫猫很凶、欸，哎。你刚刚声音不再是你的声音，很凶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过去，他九十一等。我想捡那个铁矿石嘛，我过去一下就好，一下下就好，一下下就好。好好好，他被挡住了，快快快！好好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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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是你吗？是我，哈哈，你不是等我的声音了吗？你等一下自己去听你的录音档，你打开。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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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没事啦，啊，一二三，哦，你打他真的很痛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跟玩 P O E 的那个冰锥一样啊，这就是打那种打王用的啊，嗯，这个我刚玩就听有人要，听说有人买了，卖什么？你知道卖了那些武器吗？你说武器吗？哎、欸，我想买哎、欸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我就买了，就是游戏寿命就缩短了嘛，但你可以有个、嗯、有个爽感而已。不是啊，你刚刚如果换作是你被咬的话，你一定是脏话飙出来，好不好？我是顶多飙脏话啦！啊，我是尖叫而已啊！我怎么了吗？所以我才觉得可爱。为什么又乔夫剑三等？哦，哇！秀秀在问一些可爱的问题耶。什么问题？八五九叉是什么？八五九一啊？没听过吗？哇！要打王了耶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啦！你不等我，我在喘。好、啊，你加油。那什么？子辰，快点，拜托、啊！我靠！你就跟你要等我一下。
你要的诗就是他吗？还是死神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他是死神。我觉得你可以毒死他了，你可以毒死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换个武器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按错。他丢你东西耶！哦，你是死？什么是死？你快点！我死了。我在？你为什么死掉了？哎、欸，他打人很痛哎，半管血就没了。要套大陆讲的半管血。等一下我的。你又没有给我啦？你有没有放在力里面？你先看一下。没有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要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，会死掉，会死掉。嗯，我要趁什么时间点去拿呢？现在没有了，我也不能看啊。欸、他还鞭尸我啦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对，我正在啦。好啦，等一下等他丢，等他蓄力完之后，你再复活我。大家看你，好，可以了，复活我。等一下，不要现在，不要现在！我跟你讲，不要现在，你都不干嘛？没有没有，那时候已经来不及，我已经在咏唱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在打我了。这个大炮仔，啊，这样我射不到他。哎、欸，好不痛哦！等一下，他是要扣血吗？他蓄力，他蓄力，他蓄力。那一滴滴血是他在扣的吗？对，是他扣。你多好哦！你挡到我了，我在救你，我这是在救你。对你真的救到我，你真的很棒。可是我吓到了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要尖叫一下？我才不要你！哇！靠他太近了，靠他太近了！他在追我！是我是我是我，我好长哦！我在努力打他，不是，我看你刚刚吃了他整套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打，我没被他打到啊。你晚点有空看记录档。我很努力在躲哎、欸，对，还觉得你很猛哎、欸，啊死是不是？他倒地了，快打他！啊对不起，我躲不了他，快跑！哎、欸，他射我的时候我可以挡你。很棒！他到底有没有在发射？他是蓄力一次大的，或是很多小的啊？不是，我都没看到哎、欸。干嘛？你死了！我的天！我还有40，我直接复活了啦！我直接复活了啦。吧，不好。那你要等我是不是？嗯，好的。那你慢慢射他，你慢慢射他，他趁他鞭尸，你慢慢射他好了。我怕他就是不，我躺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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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躺他。好，那我靠近一点点。嗯，这所有人是广告，好的广告。回来就死掉这样吗？雪莉，你攻击我的繁星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读不了他的感觉？没有吗？哎、欸，对你没跳哎、欸。对啊。不还是其实有扣啊，只是看不到啊。还是你读到一个上限已经超过10000了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他的血也太多了哦。酷哎、欸！我是有打到他的弱点啊。对啊，他血真的有扣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倒了。我很努力，他身上都是我的剑。嗯。我刚应该带猛毒剑出来，谁知道会有蜘蛛网？我是有啊，可以改、啊。你可以先耗那一根，看就好讨厌，不然就吃掉它。没关系，不急。哎、欸，猛毒是不是比较轻啊？比较轻。没有，突然你就不要射他头，你射身体哈。可是射头才痛啊。不是，你猛毒一下也500啊。是啊。
皇后空翻感觉会有机会无敌闪招，感觉冰的魔法可以当做墙壁帮忙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想要用冰的挡招，结果哪知道他跳过来会来不及闪啊，哎呀，没事啦，哎、欸、有啦，我的毒友在扣他，我知道啊，我看不到，我知道，你可以靠近一点嘛。就我怕说他这样侦测到我、欸、一千有了。对啊，你就是靠太远没看到吧？那我应该是要准备复活你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趁现在，快停，快停，快停！我快跑，快跑！啊！我卡住了。为什么我跳不起来？躺在九角吗？是不是？哇！我是不该复活的。我等你回来。好，你跑吧，奔跑吧，孩子。没关系的，躲避什么的，我还算是在行的。好的，你很棒。哦，路上的怪复活了，等下要度过那个恐怖的鳄鱼，纽泽西小猫猫，它冲好快，有个可怕的，还好体力够长。不是跳不起来、欸，提醒我在那个棺材哦，小猫猫，棺材后一定要剪这今天的精华，因为今天的精华不是小短剧那么简单的了。今天尖叫几次了？不是，很恐怖、啊。你知道什么叫恐怖吗？科乌龙恐怖怖啊！死定死定死定！没事，我可以复活你。请赶快回来。等一下，我在努力了，你感受不到吗？我现在在看他的发光球球。云说你可以翻滚。我可以啊，我可以翻滚。对啊，可是我们没有点翻滚无敌的啊。没有没有，翻滚其实很好用。我知道很好用啊。是耗体力。来跑。很好用。嗯，很好用，但我死掉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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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了。我的第一。是，看一下哦。好，他准备喷完你，我就上了。我上了。快跑快跑快快站起来你。是不是会脚麻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只知道快点复活、喔！他倒了，蹲地板了，给你挡到我了。我先躲远一点啊，太可怕了。好的哟，好的哟。嗯，他跳起来了。金毅，在我杀死他之前不要死掉。我在努力。他死了死了、哦！他不是死神哦，可是他掉了那个哎、欸，有、欸、没有？黑色火药，黑色火药哦！他给什么、啊？他那有什么东西？他给这个而已，就这个龙鳞的东西吗？不是，最高纯度炼金石！我的天啊，我们叫这么惨，只给了这个。其实我觉得你的尖叫声好尖闹。突破我对你的印象。完了，我弟没了，我都没了。什么好形象什么的都没了，对吧？那表示说你队友不熟啊，因为我其实我在实况上面都会叫这么惨烈啊。不是，因为我就是在实况上听到是听到，但亲身经历到感觉很不一样。是不是重新认识了我？看一下是不是有其他地方可以去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云这边有宝箱吗？欸、这边就没有了。再次的三次。打完 BOSS 放个广告，哇，他好贴心哦。谁？谁说的？正林正哲，谢谢你。给你吃广告，冻伤物品，怎么这么痛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就很夸张啊！不然痛几点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你的叫声真的是，是不是很想跟我一起玩游戏啊？很棒啊！去死啊！我还在熊啊，我还在出熊啊！
我还想说发生什么事。太神啦、啊！这熊会飞扑。不要理他，我们有经验呢，不理他哦。哦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没有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很痛，很痛，很痛，熊咬人。走走走，我们是不是不适合来这边啊？我要死啦！你死了吗？还没。还好还好。我射他，我射他。他快死了。可是我射他就没经验，不行，我不能射。我来，我来。一百经验呢、欸？什么阿姆就搞哎、欸？一百经验呢、欸？你现在是怎样 ？PVP 打开 ，PVP 打开，我的天！对不起、啊，我的天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还没破，我跟朋友开下一张地图都是一百多灯，没有毒箭矢真的不好打，真的。有伤人真的很方便，可以刷。兰兰快点，不是兰兰，雨云快点，跟你朋友说，伤人了啦。哪次不伤人？对啊，你值得拥有，而且我们可以在这边放心的伤人。对耶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要吗？现在？嗯。挠？挠？挠？是没加经验啊，我打他没加经验呢。会不会是魔法不能？屁啦！看用魔法打熊都有经验。那就是他没有经验。好的哟，跟我一样没有经验。你在讲什么？对不起，你是下一次会开车啊？好恐怖哦！我没有，等一下我刚刚不是开车吧？哦，不是哦，好吧。对，人事处事什么的没有经验呢、啊我要往上爬。对不起，怎么了？你家猫咳嗽？对，它、哦、在我喉咙里面。你知道毛、哦？你真懂。那我会不会其实朋友呼唤我去吃鸡？等等，再来跟他，我已经准备跟他抓伤人了。哦，已经准备了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心痒痒的吧？刷爆！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的哦，我走错了。我没有哎、欸，没有什么。这边不是应该有一个柱子吗？我没看到柱子哎、欸。他图示给我显示这边有柱子。我打开地图没看到、欸。他骗我。哦，看到那边有一个。那你帮我标，我跟你地图好像不太一样。海边有看到，生气。你要飞低一点，还不急啊！我管你哦，我的天！啊，有什么有本事不要飞啊？对不起，我就懒。我到了。他说山壁有个黑色的可以挖的矿要注意，然后地图的图示是有一些会骗人。山壁黑色的矿，你说黑曜石吗？刚刚我去看一下。追忆的巨石。哎、欸，商人，哎、欸，你跟他，你还问，你还问他？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你给他一个木头。为什么要给他木头？相信我。他说你要给他错误吗？嗯。懂了吗？为什么？有拿到吗？有啊。对啊。为什么？这个我好像就是网络上看到人家，对这个好像只能刷一次，以前可以连刷啦，现在只能刷一次。那我们繁殖它呢？哎、欸。我不知道。好啊，带回去，我揍他一拳。走啊！
哦，他高等了，不用担心。你读他算了啦，你读他读他快手。不行啊，你读他快手直接丢宝贝球啊。可是如果你没有丢到的话，不就死掉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样，因为他刚刚姿势好恶心哦。很娘是不是？你不会歧视、哦？好了。你不要这样跑步！你不要这样跑步！我没有啊！啊哈！呦喂！呦呦呦呦呦！我在干嘛？因为双手武器右键是蓄力。哦。黑色的墙不是矿哦，墙哦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通常这种 NPC 抓起来不是会马上重生吗？他就没有了。他可能比较特别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可以抓回去繁殖了。跟谁？史密斯先生哦、喔，那应该生出蓝色小怪物吧？我们再去那个、啊、那个另外一个地图去抓它。嗯，我记得不是沙漠游吗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不是矿哦、喔，它黑色真的很黑吗？很明显就是黑色吗？因为我有时候眼馋，蛮眼馋。他说墙壁，是墙壁哦、喔。嗯。这张地图吗？它会显示可以挖吗？我们好多问题啊！他先找朋友了，他不理你了。嗯，好吧。他这样让我好好奇哦，我想要找到他。陈夜安安，夜安安，有人跟我安安，我就跟他安安。干什么？你打我，你会死，你知不知道？有啊，169经验。哇，你好棒哦！我要找到他说的那个黑色墙壁。哦，你、嗯、怎么了？啊，不一定，这地图有吧？他说：“我们这个地图有要注意哦。”有哦，他是这样讲啊。好哦，所以他害我心痒痒。啊，我好好奇，对不起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什么？没有。车开久了，难免刹车不坏掉了。你刚刚做了什么？没有啊，你说难免心痒痒的，我想说心痒痒你就抓一下什么之类的吧。啊，这是正常情况下啦啊，但是用在我身上，我可能就会开始乱想。来我这，好吗？哦，你那边有一个、哦，那我先标那另外一个的。好啊。那个，对，我那个男人。来，好了。好像。像什么？哦，没事。我也想变更强啊！今天本来是装备弄好之后，魔功从原本的500多，然后马上变成1000多、欸，哎。嗯，海灵晚安。海英晚安。我比较慢，因为我现在是看后台的。没有关系。好了。哦。哇，好多好多好多小猫咪，滑进去了。可以开。跳。就这样。又这儿。拔金锭。啊，怎么是骷髅啦？我射，我射，我射。不用啊。是啊。你是普通的了吗？不是、欸。好，那我去砍砍东西。有没有？有经验了。
哎、欸、屁咧，这个就升这么快。有时候就是让你不如意嘛。真的天不如我。干嘛啦？没有，我想说你为什么要回我天不如。我们那时候跟波波聊天才恐怖咧。我们聊聊到一半。我们就可能在聊那个嘛。哎、欸、啊那个开台什么东西怎么用的啊，你那个 VTuber 啊什么什么，突然聊到说。哦，羊肉真的很贵。是谁开启这个话题的？谁？羊肉很贵。他自己啊。我们在聊聊聊，他也跟着聊嘛，聊到后面说羊肉就真的很贵。怎么那么突然？然后你也会回他，哦，对啊，羊肉真的很贵。然后又继续回去刚刚的话，这样。他水瓶座吗？是吧？天哦。还是双鱼啊，忘记双鱼啦，我记得他是双鱼。酒吧，为什么包包这么？依宁晚安，依宁晚安，咦，海林有个可爱的。哦，秀秀是水瓶哦，水瓶最容易跳痛了。巧克力水瓶啊，他会吗？巧克力团团允月都是，都水瓶，我的天，啊、他是水瓶宝宝，团团，哎、欸，这个很棒，我想在这边挂网了，为什么、欸？哎，你看哦，我只要这样子，他们就死了，对不起。他们等级高了啦，不是我武器没拿好。哦，那好，换你继续。晚安，晚安。看23，死了吗？啊，这 打人不痛。等一下哦，我可以一击必杀哎、欸。可是毒死真的，你就算最后尾刀也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对啊，你看他升很快，有没有？好烦哦，读剑士会没经验。你也水瓶，很棒啊，水瓶宝宝。只是有时候讲话很可爱。对啊，很可爱。哎、欸，烦。哎、欸。我在刷经验呢。哎，我这样吃得到吗？我距离你有点远。有吗？我要打了。你再打一次。嗯。打喽。嗯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那我再离你远一点。笑。你要打，跟我说一下。打喽。好打。有哎、欸，23，那。要进去是不是？嗯。进去一定有啊。不要不要。里面是那个，石像小可爱王，那个。那等一下我们关台后，你关台后想要洗村民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想说为什么我会这样问，是因为那个智王打我。不是，我会这样问是因为那个，如果刷到这个，它是升的快啊，升的快，我们就可以一直刷。嗯、可以啊。刷经验，对啊。怎样都好，走吧。嗯，走吧。等我，你等下等我一下哦，修个装备。那我也修个装备。快好快哦！因为你没有在修它。我有啊。耐久度哎、欸。对啊，我狂修哎、欸，越修越美哎、欸，回来啦，还没好啦。没有，我是说去那个武器的那個地方。有啊，我修啊。哎、欸，修一次我修了快1分钟哎、欸。是这样。对啊，那这是我自己的技能。好了，有一个，一加护盾，够够，走喽。那在哪里？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刚被打到了吗？白痴，这里的。海宁晚安，好了。我的盾爆啦！这什么？他中毒了啦！中毒长这样哦、喔？他中毒也太可怕了吧！我好生气哦、喔。这新没塔吧？咦，
嘿嘿，哦，跳过了，我好强，嘿嘿，我好喜欢打这只王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，不，死了没有啊？你现在毒这么多，在干嘛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去打他。我要死了，我要被毒死了，我毒死了，我要被打死。为什么你是被毒死的？我被打死了。Oh.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不死？死了？死了吗？死了。对啊，这个好可爱哦。他死在哪里？哦，死在哪里？痛死了。十三晚安。十三晚安，十三岁了，晚安晚安。啊，打死亡了，播广告。啾咪啾咪啾。那我开了哦。嗯。哦。我开。好烂哦，对不起。呵呵。呵呵。好烂哦。呵呵。呵呵。怎么这么烂？怎么了嘛？我要打你。哎，我屁股好像猴子哦，就有两颗红红的在那边。我也是啊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屁股吗？我不想讲了，不想讲了。说什么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好笑。请你说完。我是想说，你知道猴子屁股左边颜色像什么？不知道。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猴子屁股左边的颜色像什么？左边的猴子屁股左边的颜色像什么？嗯。嗯像，答案揭晓。嗯，右边的颜色。干嘛啦？哦，莎莎猜出来了，莎莉猜出来了。这是很早以前的笑话了。那、嗯、我不知道这个，我还真的在想。哎、欸，你过来帮忙清一下这些小可爱，嗯、我们来做个那个逛机器吧。好，哎、欸，你看我得到这个明君，哦，这个好棒哦！哇哦，魔法攻击力，攻击力，哇，这里用哪个好像都赚哎，但是第一个比较好。不是，反正重点就是你要吃得到明君这个词缀啊。对啊，可是哦，好屌、哦，传说的词缀。对啊。快回家。那个来。来，我来了。我们来盖上次那样子的东西。你自己也可以盖啊。不是啦。嗯、啊？他打我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有王？王复活了、欸！救命！救我！他往前冲，我知道。你过得来吗？我过不去了。那你就出去啊。那你过得来吗？我过得去啊，我在盖平台啊。你要先，你继续削他，搞不好会继续搭那个啊。那我打他好了。好啊，我继续盖。只是会没有经验而已。有道具啊，道具就很棒了呢。他好生气哦，他好生气哦。哇，我的毒有5000呢。这边没有柱子让我爬，还想外乡人呐、啊，外乡人。呀、yeah, ，我去爬墙壁嘛，要不起，死了啦！你死了？他死了啦！好碎啦！看看，你看，哇，你可以刷宝哎、欸，哇，你看你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明君的蛋。对啊，你是看错东西？不是不是，你看，哇！哎、欸，你在那边刷了，交给你了。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啊。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挂这个东西，做这个平台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那他是要怎么成长？哎、欸，我这样回不去哦。嗯。我成长，你说重生吗？对啊。我刚不知道你刚怎么做到的、啊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居然说卑鄙的外乡人。
那我在那边等他看看。嗯。葡萄汁问说：“我好奇你在跟谁讲话。”我在跟谁讲话？懒懒啊。应该不知道我吧？哇，懒懒大大哎、欸！你没有啊？你想被打是不是、啊？哇！你看，你想被懒懒大大打吗？有没有被打过啊？天哪！哇塞！现在繁星都会这样子挑拨离间了。奸杀了哈！坏人。什么声音？我升级的声音。我想尿尿。你要在里面尿？对，我先出来一下，然后趴在墙壁上。我要先去尿尿，再见哦。拜拜拜拜。啊，他尿尿了，播广告。这样嗨 ，Hello， Hello， 没办法用大炮哎、欸，大炮他们撞一下飞超远的，嘿嘿。花惹什么？嗯、教主，教主，哎、欸，你叫我，对，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看到海林这样子蛮可爱的，你可以打他一下吗？打他？嗯，他说的。他叫你打他，又不是叫我打你。他，你看最后一个字，你要看我。他说也可以。你可以代表什么？第二顺位。哦，那这样就是海林的不对了。有个可爱的外国人。对啊。他来这边说的，不知道是真的看得懂这游戏，还是看不懂。那都看不懂这里的。语言，哎、欸，有他出来了，哎、欸，我要去哪里？我要去这里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可以刷他。
太行，这样。哎，笑笑，帮忙翻译。没有，他就说他看不懂这里的文字。哦 ，Chinese， 台湾。真的、哦？是 Chinese 啊，这边是台湾。然后他就问说：“这里在干嘛？”这样子。这里在干嘛？哎呦！哎、欸，他死了，好吧。名也太可爱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可以刷经验石哎，哇哦！你这是什么皇冠呢？你戴啊？那什么魔法攻击？我有两个魔攻的，注意哦！我头上有小皇冠，好适合杰克哦。怎么啦？突然想到杰克。魔攻不够高，不能这样过。嗯，他说他现在在问说，他不知道现在在玩什么游戏。在玩什么游戏？嗯，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什么？没有，我只在看那个人在干嘛。那个1314，怎么办？改变了他。他就在说你的观看人数现在这样。怎么办？这该ban不ban啊？天哪、啊！先放着，先放着好了。啊，他再洗一次，再看看有没有英文好的，跟他讲一下。我现在放一次技能就要修一次钟了。嗯嗯嗯？哦，你是在那边等到之后复活是不是？对，他会出来，就是我在那边绕一圈，他会复活。我来拿皇冠了。好啊，来吧，在我上边啊。不是啊，你怎么在另外一面啊？嗨，在这边。哎 ，Good night。才会那个。要这么远、喔？啊，不是啊，我在你旁边了。哦，没有，我只在看那个外国人。对，我在看那个外国人。哇、哦，四级的哎！有没有屌啊？屌爆了！哦，我伤害又变更高了哇！卡熏一草，而且它是范围补血。那够霓虹级。怎么可能？我觉得那是故意的欸，他还打一个滴滴。你喜欢动漫吗？那地上怎么破土？那是复活的意思。是吗？没有。他好像生成，然后差不多五分钟才生一只欸，有点久。哦，这样子的话。啊，我没有洒水器，想说那就来这边种田吧。哎、欸，好像也是哦、喔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外国人自己好像跑去 Google 翻译了。那个交给你们了，我真的不懂，帮我跟他讲说台主英文很差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他也就只是问说你在干嘛？然后你在玩什么游戏？我没听过这个游戏。然后那个日本人就只是在问说：“你喜欢动漫吗？”猪油菇拿来录。啊、哦，爬上面就可以直接刷新。是哦，等我一下，上面是什么意思？上面是什么意思？请问爬上面是什么意思？哇，又有另外一个会玩的哎，开心！你怎么在那边玩？
欸，他其实判定地图有重置到。你刚好在乱爬吗？有啊，我刚刚就是跳来跳去。哦，对不起，有猫叫声。没事。要我关麦吗？你问观众啊。哎、欸，复活了，真的哎、欸。哦，这个人好棒哦。好的。哎、欸，我走反了吗？没有。我准备好了。我们往里面。你要进来一点，我怕他就直接在那边当重生点。因为我刚刚就是带过去那个房间打。哭啊！他是没有在让人预判的耶。我没有见识，我死掉了。撑着！嗯，你们不讨厌猫叫声就好了，谢谢哦。他们一大堆喜欢猫、欸，你在干嘛、欸？你复活我，我还不知道。我讲了，你说撑着，好，我来了啦，有没有？我撑着了，死了。后来就没东西，他会。对啊，这次不能打、啊，我们。只是在刷他。你在玩啊？你感受不到吗？有吗？什么？有吗？什么？你说我吗？嗯？什么有？我在玩吗？我们在玩他。哦，处刑者是哪一只啊？我也很想刷处刑者。我是自己刷我。死神吗？对啊，好想刷处刑者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刷等级，不能拿毒剑啊。我是80等欸，我们打到死哦、喔。那这样子，我应该去找那个吧，地牢是那个石头的，我来刷就好了。嗯。猫，我要去。没事啦，你大便了、欸，捡起来。为什么要捡我大便？嗯。嗯。啊，对不起。干嘛？怎么了？走啊，去爬墙啊。好啊，大概是在发情，所以才会比较像是有点会吼的比较大声。啊，如果割掉蛋蛋还会有这种叫声的话，表示说他在割掉蛋蛋之前就有发情的行为了。嗯，所以他已经记得这个声音了，110记得这个行为。必须用毒打吗？可是这样都没经验，有点可惜耶。那你有那个吗？毒以外的？有啊，只有65只。啊，那我先等一下，帮你放下。哎、欸，我还是先用毒剑打个几次。就毒，靠腰啊！对不起，我比较笨啊。他朝我过来了，天哪！你在哪兒？完全不痛啊！天哪！哎呀，用魔法打也不痛啊！我想要让他过来一点。很不痛逼哦！
不不。哦，他对你好凶哦。应该跑向你的，你可以瞄你。嗯，可以。见红我就收工了。嗯，有差吗？就吃到死啊！我又没经验。觉得不是想吃金哦，那试试看，像现在这样子去打他好了。咦，我被吸起来啦！有还好不到我自己了。啊，我知道，可是不敢靠近他，我技术还没那么好。其实没关系啊，不用拿剑回来也没关系，去商店买就好了。你都想放冰锥吗？你快死！啊，没经验啊！在这边可以像教主刚刚那样搞激光乱盖玩玩吗？可以玩，可是玩的血太多了，玩不死，会玩太久，玩到……弄那九剩十四了，我赌气。稍等我一下哦。背上的骨头是什么？那个，那这个、啊、打沙漠的古龙拿到的，好像能力是随机的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副本盾不是不是，这是那个沙漠地形有个古龙，那古龙蛮常在一群水牛身边的啦。好吧。什么背后是脊椎啊？光他小。可是我没看到你背后什么哎、欸，我拿盾啊，因为现在看不到，我拿这个就看得到了，有没有？哦，看到了，走吧，我们出去了，有遇到石头王再来，
再来刷的。喂，那我今天下午就是在弄这些装备啊，弄了两个护身符，然后一个降落伞、滑翔衣。我的盖饭要没了，盖饭补血补好多。牛肉盖饭。对啊。我觉得那个外国人蛮强的，看他打字还蛮好玩的。我知道啊。妈，小鱼不在。哎、欸，我那边还有一个标记的。好啊，我们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等小孩子在乱翻译。好，好，知道了。嗯，我也觉得他是假的，就是讲一些单字而已。啊、嗯，用 Google 翻译，然后来这边贴。好啦，他这样鸽子，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是乱打字的话，嘿，我就来处置他了。哦，你看鸽子有权限咯，鸽子只要你动口，我就杀人。你看，圣旨到。哎、欸，你还敢挂在那边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在挂，我把我的体力挂回来。哦。最最说你的耐力好多，最最你是看不到我的耐力条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小姐的耐力，嗯，因为你那是吃料理的啦。可是你也可以吃啊，啊我有四条。哎、欸，我是好奇是不是那个他讲墙壁是那个？你看我画面，你就不要跳过来，回去，我看他墙壁。等一下，我看你画面。哎、欸，我看到，等一下那个吗？我去看。墙壁上面有一个洞，有没有？骷髅头右上。你说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很奇怪的石头？对啊。我去。喂。啊，对，它是黑色的。我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我听得懂英文的俄罗斯人。什么东西？他说他是听得懂英文的俄罗斯人。可是俄罗斯打字也不是这样子的，俄罗斯不是他的文法不可能是，他的文字不是那样啊。对啊，我就算英文，我英文烂也看得懂一些些文法。干，你看，他是用翻译的，嗯啊，哎、欸，他说的那个网页翻译是他们俄国在用，俄罗斯在用的那个网页，没错、哦，敲破了，有个小宝箱而已。哦，哦，哦，土豆，哦，可惜了。没事，我去赚经验了。把我养大。你先升两等了吧？好像是哦。对啊。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。
我没有目标。这边，跟着烽火台的光走。你在哪？哦，他没办法一句打完的感觉，有点洗屏。对啊。你等一下看他在说什么好了。繁星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？你帮我跟他讲说。对吗？你这样子其实有点洗屏了。猫猫都表示生气了。喵猫。喵猫。在讲话。喵猫。嗯。因为后面有人是说，你与其去撑回魔，不如直接吃东西回魔这样子。嗯、啊，顺便回去。他说他是讲英语的俄罗斯人，他正在用翻译英语交谈这样子，哈哈，嗯、酷哎、欸，酷哎、欸。这不是我要的柱子吗？这里还有。到河边，女人真好。他是想交谈什么？干脆问他这个好了。嗯，你想聊什么？给我们个信号。你就为此而来？就因为我听不懂你的语言。你攻击我的聊天室？哎、欸，你知道我真的是被八十级的牛，它是三倍大的牛。那时候，在我跟你讲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惊讶了，居然被牛打死。哎、欸，是他吗？赤毛荷兰牛，你要东西是不是他的东西啊？欸、好像是，呜。有吗？砍你，砍你！哎呦，好痛！你这个牛太狂妄了。可是它只有牛皮跟牛奶，对啊，牛肉跟牛奶。荷兰的。对啊。不是外国怎么走到这边的？不是还有 YouTube 哎、欸？又不是说哔哩哔哩？可能点个直播吧。然后发现、嗯、哦，这台有100多个人看，然后就点进来看。繁星的队友是谁？橄榄。看左上角的英文，你知道是 L A N 吧？有没有？连连。连连。连连。这里。没地牢了、哦。他自己有讲了，他是随机看到这个频道、啊，然后再问这个是什么，这样子。嗯Sorry, I English very bad. 超烂你还笑，你英文不是也很烂？很烂啊，可是你讲话好可爱哦。你问小鱼就知道，英文其实进步很多哎、欸。嗯，秀秀表示问号问号问号。干秀秀，你刚刚不出现，现在出现，妈出一张嘴。讲出来，我觉得秀秀英文也很烂啊。是吗？我以为秀秀英文很好。我以为很好。他就会想嘴我，就发现是不是他英文也很烂。没有我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不是想嘴你，我会一起笑。我们都很烂。你怎么秀？我想要躲那个狼人，我要修装备，你竟然把那个柱子给弄掉了！啊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打死他！不要跑！你这个128等的臭狼人！你是没被咬过？啊，好痛好痛！我被咬了，摸摸摸摸。他凭什么那么厚啊？128哎、欸，我们的三等三倍、欸，打死他嘞！下一个遗迹，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我先走。哎、欸，
这次的牙齿竟然是半月的，不是新月的。哦，他说他在笑你刚刚的语气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跟我讲每英格利许贝绿贝的贝的贝克，啊，英文就不好，我能怎么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个新的，这是什么？阿努比斯哎、欸哦，那个是王的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打过吗？没有啊，这个。勾勾没有亮过啊。好的好的，等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你。我来啊，你是不是被他打？你赢了。哦，大桶大桶大桶。嗯，走吧，直接进去。可是他的网好难打哦。哦，骷髅宝宝们，哎、欸，你那个宝宝箱我没看到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好喽。那开了，我们直接走好了，不然没经验。狼人，前面是狼人，有看到吗？看到了，好恐怖啊！恐怖死了，很痛哎、欸。按错了，我还补血了，没有没有补到，不是我按到复活术了啊，完了完了，你等一下不要死哦，再打倒三只就能开了，好，哎、欸，他卡点啦，怎么？打一滴耶、欸！哦，哎呀，说一次是了。哦，那边死了，那是死了。抱歉。好了。哎、欸、哦，这只哦，飞啦！快，你去弄它。有碰到你吗？没有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你真的碰到我了。对不起哦。但我站在这边，你会撞到我。对啊，178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们刷这只好了啦。不对，它不是王哎、欸。它不是王啊。这刷这只好过瘾哦，对我而言。那，而且经验很多哎、欸。来，等一下，包包。武器，没办法，魔法师比较看得上，但是真的是哭啊！哎、欸，我得到了一个闪电泡芙哦，15哦。哦，好。我们要走了，走去哪里？下一个地方。啊，我想他了，快复活！我以为他是 boss， 可恶！好，我开了。好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。又是那只枪手哎、欸。对。
能赌他吧，今天就算了。我也换一下图片。我先秀一下我的弓。好的哟。那个长长双翼可爱的那个韩国名字。哇。珍妮佛罗培兹。哎、欸，对，枪手。你死了！我死了、啊，我直接不、啊、死掉，我直接发现错，还是你要打啊？你打，我打吗？对啊，你说哦，你继续打，快没血的时候你再复活，对不对？也不用啊，又没差，反正又没经验。你是用毒的吗？我是用毒的、啊，那就用毒打就好了、欸。你是不是太近了？欸、我看一下、喔、啊，对，还在射哦、喔。不好意思哦，可是这样我看不到有多少哎、欸，没差啦，有在扣啊，真的有在扣啊。你刚看到了我？有。我说你明明打身体就好，给他赌啊。好。你看太想瞄了，然后电视你看。对啦，对不起啦。他血太厚了吧？对游戏复活术可以针对你使用吗？还是别人？不行。因为你死掉之后，你快捷键不能动，你只有空白键可以按。嗯。我觉得你打死都在复活我好了，完美经验。好、啊。嗯，躺着就是棒。对啊，死掉没办法，只能做什么？就只能嘴队友而已。看，要多久啦？这样子，很乖、欸。你现在就是一个很棒的盾哎、欸。没有，就是稻草人。对，很仇恨。我应该放沙包在地上给他打才对。耶、欸，蓝蓝打死了耶！我、yeah! 还没，哎、欸，还没死。露一下。还打不了哎、欸，你们见识了，你是可以复活我了，他起来了，看你了，看你了，相信我，他为什么没有射你？奇怪，我在想我是进入 bug 哎、欸，那你赶快来复活我吧，来射你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射你没有子弹飞出去？对啊，我要试试看吗？哎、欸、哎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他、啊、射完的瞬间你就马上复活、欸，准备喽！不要太远，不要太远，不要太远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你是不是补自己？他射了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有叫到你吗？你是补自己。哦，怎么弄错了？真蠢。可以了。你看他，你要看他，你不要看我。我看他，看。哟，看我。还有400多滴血，为什么打不了啊？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是没看到兵啊？对，哇，你才是坦吧？哎、欸，他其实在打你，你知道吗？死了，还没，妈的，躺着而已，死掉你。为什么死不了？我还可以收回我的剑士呢？不，他刚刚手就折到了。嗯，我的回合靠腰哦，不是他在射你，然后屁股喷出一发过来，死掉了啦。哎、欸，问无奈，你有感受到我的无奈吗？有，怎么办？我还有100秒哎、欸，两分钟嘛，播个广告，嗯、播个广告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你亲一下包包吧，我没关系啊，按错了，我还 OK 啦 ，OK 啦，
对啊，其实刚刚就有啊。嗯，你刚刚被他劈臭死。对啊，他刚明就你不是贴着他打吗？他明在射你，怎么会往我这边射？我想，我等回合啊，是不是？这真的是你的回合啊！只能有十三在画面上面陪我了，十三。现在这个又换什么了？印度。好啦，我该编他了。他是俄文啊。哦，好了。不同人。不同人。嗯，现在有两个外国人。哪有那么多外国人？我最后是碰到外国人是在退取台，那时候一大堆外国人涌入。哇，有樱桃糖真好，感谢他。樱桃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你在翻译哦？对，啊哈哈哈！你真的在这里吗？我以为你不来了。哭啊！会不会那个俄国小孩找了他朋友过来？太酷了吧！太酷了，有俄国人帮你看广告哎、欸。真的哎，还是光打广告的哭啊！烂烂一百零八，嗯。地板好冷哦、喔！快了啦，起床，给我起床，再躺啊！走吧，我们去吃屎吧！让我们去吃屎啊！假赛，那个假赛呀！没有，我们去吃屎吧，在国外下午一点。28，所以现在有外国人来看，嗯，还是有国外的市场。哇哦，好恐怖、哦！你就看，你看你大大，女神的剑， wow. 你是女神哎！你看，这把给你。少在那边讲干话。真的啦，你现在把女神的剑吧，女神。呜呜呜！是不是？呜呜呜！好好。高哦，好厉害哦！拿来吃掉的。对啊，繁星的死因真的很奇怪，被劈臭死。我很问号呢。你很问号呢？你怎么就这样死掉了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刚刚就只是唱了一句我的回合啊，就死掉了。你自己立 bug， 立 bug， 不是 bug 啊 bug 啊！哇，蓝蓝好可爱哟、哦，蓝蓝！我在看其他东西呀、啊。立 bug，bug yellow， 你还敲桌子哦？你有那么气哦？没有没有，那麦克风的线真不好意思。哦、oh.。他说很遗憾，我不懂中文，也无法理解这个游戏在玩什么。哦，就I die， you know 。好，我要认真哦。就是我刚刚死掉了，你懂吗？哦、我差点把你乔布的剑吃掉，打死你哦！没有，我有另外一把，我是怕、哦、我是怕意外发生啊！你可以吃啊，不要，我吃第二，就等级二的乔夫剑。好啊，等级二就是我给你的啊。哎、欸，那我有一个等级三的乔夫剑哎、欸，我也有啊。哦，对啊，吃啊，吃，我吃。教主，你可以出精华喽，如何跟外国人讲话？怎么样？那时候去看那个啊，我的新入股，我跟小雨玩的啊。嗯。主人，你要不要一起钓鱼？我要看。快鱼的，嗯。秀秀在说，我都听了什么？你都听了什么？你英文厉害，你来啊！刚刚需要你英文翻译的时候，你跑去哪里？
好怕呀、喔！啊，如果他们出一张嘴，然后他直接欸，长啦！我最喜欢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他跟我好像哦。哇靠！那我觉得你对对你快被你要快被我嘴死了。你有嘴过我吗？没有吗？我要喝饮料。那我要开始嘴你了。比如说 debug。嘴嘴嘴！哎、欸，一二八、一二五等的，你看，你看，它等级，你看，这是正常等级七十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一二多等的，它有地图你，对不对？你相信了吧？我是不会说谎的。你是觉得我在说谎那时候？嗯，我想说，嗯，大只是多大只啊？啊，就很大，就很大只啊！你打了两次，哇，你那两次我都刚好没看到、欸，哎。哇，一四九等，秀秀，你被排挤的。你是不是该出来了？我在吃东西。对不起。你要了解我的困境。我背包满了。不是啊，我在被追杀，要么是我杀他，要么是我被他杀。你出来，我杀了他就有经验了嘞。哦，那我就冲着你这句话，我出去了。等我一下。嗯，我们的你不是我们的，你的那个聊天室，我们的聊天室，哇，懒懒的台观众们，大家好，对不起啊，现在是十三的台，那我要画你，然后放在上面去，转圈圈，那什么，你明明有打两，外国频道啊、欸，嗯，明明我的标题是八五九叉，嗯。好了吗？我要打掉这只喽。你打，你打，我在吃矿。莫菲特。屁呀、啊！打一次我去就坏掉，修一次傻小。冰沙你够喽。哎，我差点把这吃掉。我塞把耐久度升一了啦，难怪打一下就要重新。我要花钱打怪，金钱攻击。天哪，是世界奇观！哎，不值得。天哪，是世界奇观。啊，长颈鹿，对不起啊，我道歉嘛。等一下哦，等你啊！每次教主修也秘诀的当然是你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刚在这张地图开始修哎、欸。最大耐久可以恢复哦，可以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没有没有，最最在问啦、啊。哦。妈哦，可以啊！你要做一个东西，等下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我秀给你看。哦，教主要秀一波了吗？好，准备喽！地板动作。哇，粘液可以给的。哦，这么多。哦，更高级的粘液。先回去吗？
好白痴哦、喔！感谢超级留言。啊，果然是没有啦，明天就没了啦。我上次的国外台也是，就隔天就没了、啊。那时候他们就看我这跟国外国人在沟通，然后崩溃的样子。那就聊天室整个是中英，那时候好像还有韩文跟日文吧。我就是那韩文跟日文是有人故意在那边讲话的，只是被打了。我是要回去了 ，Hello。那你先回去，你回去快。那我回去顺便重开游戏哦。好吧。重开游戏，我们再来刷 NPC。哦，樱桃辛苦了。谢谢樱桃。没有你的话，教主应该会直接被打。没有你的话，我会叫秀秀出来。虽然他都是打两句话就不行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感谢。有了，秀秀也会英文呢。杀怪物，得到道具跟经验的游戏，你是、哎、是吗？差不多。S U P P L I E S 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去查一下，慢慢去了解那些单字啊。你可以帮我查、啊。哦哦哦。S U P P L I E S 材料哦。我想说，你刚刚都已经讲对了。我猜的啊。哦，又猜的。我猜的啊，我英文都靠晒呢。那你猜题应该很强。没有啊，我就说我英文那时候猜也猜到一两分而已啊。我撇开了正确答案呢，好强。哎哎哎！你在玩？对不起。来，刚刚有没有听到放屁的声音？不是，那是他在吸水吧，嘴巴破掉，他在吸屎。那是用手弄出来的。跟你讲，看来你还玩。哦，帮你解释了，你还玩？对不起哦，我你的形象嘞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，那就来啊，再来，声音大一点，大声点，听不见。对不起。他不是要、哦，他现在不要、哦。你这样子是叫霸凌？没有，我没有。秀秀是说话吧？我没有。那这样秀秀很可爱呀、啊。拿来，嘿、欸、嘿嘿嘿，我被妹子称赞了，嘿嘿嘿嘿嘿。我们指甲来到了第二阶段，没关系，我英文也真的是烂到可能比繁星还烂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就跟你讲，我英文超烂，你还说可能什么比我还烂？就是一种只会 A B C 的那种意思啊。后。哦，我也智慧 A B C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那个复活、那个混合附魔的那凝胶什么的，你又要用了，那就直接吃掉了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全部吃掉。没有啦，我只是说有没有要全部吃掉。他之后好像没有要。他做沙包跟做那个不知道什么鬼东西而已。玩偶，你可能做一个玩偶出来就好。嗯，啊，那个东西在哪吃？第几页的？素材。嗯。哎呦哎，翻翻都有，翻翻。可是看得懂也是因为单字，然后靠赛这样子拼出来的，就小时候都很喜欢玩一些国外游戏嘛，小孩大联盟，学到一些英文。你要这个箱子要跟我说，我看你摸多久啊？东摸摸西摸摸，妈妈哩，妈妈妈哩，帕梅鲁克拉鲁克，看一下。嗯，你以为我会怎样接拉力洛丽托喷吗？
不会哦。你接啦，你接啦。不会哦，不会哦，哦我不，哈哈。咦，你怎么这样子？你这样子是在卖萌哦。哎、欸，英高看，你看秀秀等我，我们是同一个 level。桂英高看是那个第二个的呢。嗯，不是帕梅鲁克拉鲁克吗？对啊，拉里洛利多喷是第一个啊。嗯，月英高看是他们那个省略之后的，啊，我大便了。然后之后好像哪一季了吧，就是帕梅鲁克皇家使者。是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时候他的波龙是用转的，因为他们说练那咒语太长了，还是把他们加成皇家使者。嗯、那时候是开始养那个养小花的，照顾小花的时候。哎、欸，我有看照顾小花，照顾小花后面的集数哈。嗯，哇，小蛙，喵。我也有想说，要不要去全部追。追再重新追一次，很久哎、欸。对啊，可是我之前就把假修看完了。哦，赞哦！看啊，可是还是漫画比较好看。嗯，对啊，粉丝也太少。哎，看怎么上？为什么市场少这么多？嗯，不有哪种？什么我也太熟啊就。拜托，小时候你还能看什么？看一下哦，哆啦 A 梦是我小五、小六那时候哦，不然就是战斗暴龙兽。那你以前会有想要波龙吗？自己一个波龙吗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会想要，但是我想要那个音符的种子。音符的种子，因为你觉得它很可爱吗？不是，因为他们以前那个波龙不是一颗球吗？嗯，它的能量是消耗一颗球、嗯，但是后面有一个就是很像粉饼的，它消耗是一个音符、嗯，然后因为他们就是要去做考试什么之后才能拿到那个球嘛，嗯，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就是可以种出音符的种子，可是他说开花要100年，哦，没印象哦、喔，我其实真的没什么印象嘞。我跟你讲，讲以前的东西我最厉害。就怎么讲，我可以知道他们的那些乐器的成长那些的。哎、欸，如果真的想要的话，我不会想要波龙，我会想要小鹰手上那一把。哦，那把狼头。买烤了，就上烤爆你，拿去敲秀秀。对。哦，好有画面哦，可以画。烤死他！你把成长石板放进去了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那里面应该都是你的喽，我应该没有存到。那你可以吃啊。不要，你也要吃。我要让你成长，不要茁壮，不要长高长大，不要，我要多高多大？好要。嗯，嗯，秀秀，给我问号问号问号。不用理他啦。你知道吗？秀秀，你要知道哦。你这样子让懒懒对待你，鸽子会很吃醋哦。啊？什么意思？鸽子多希望你骂他还是什么，不是吗？没有啦，鸽子希望十三爱着他就好。对啊，阿努比是有吃醋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说反正就一起又没关系。对啊，繁星带坏了。嗯，繁星的错。哦，我的体力终于，你全部吃体力哦，我追不上你呀、啊！妈，你给我点体力减少的，又给我点跑速变快的，我怎么追？啊、你在干嘛？我还在跑，爽了没？想追我吗？追爆！看一下，我想要再刷那个商人了耶。好啊，那我等一下重开。有点卡。好啊，好，好啊，那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你可以，好。嗯，我可以什么？没事。欸，其实我很好奇，
鸽子跟十三为什么是山羊族？山羊族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们有什么考？什么考？考考彩虹族？啊对啊、嗯，我就听不懂啊。我又多一个人了。嗯、I am back, welcome 。干嘛啦？讲没错了吧？这个念笑，只是觉得你好欢迎的感觉、哦、嗯，很欢迎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有朋自远方来、欸，所以远必诛啊。不亦乐乎？嗯，不是不亦乐乎吗？嗯，你知道有个人家不是接成语最难接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个？子曰。好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君子乎？你哎、欸，放广告啊！我放过啦，再放一次是不是、哦。是、啊。好，再放一次。为什么我吃不到啦？嗯呀，没关系啦。有。你看来，哦、你刚刚不是说我说那你要哦？好，没事，好了。是上面那一句，然后下面是吃广告的。哎，十三还在转呢，睡啦，十三。所以，如果像鸽子，哎，十三也睡了。那我们之后就是都会画画的人，我们来玩一场那个，耶、yeah, ！希望是我休假。发财！你在到时候再跟我说你休假什么时候啊？大家安排个。耶、yeah, ！那鸽子现在应该不在的样子。好、哦。他现在如果在，子曰，我听你在磕巴。我去找一下山羊族名字的来源。好耶，冰沙赞。羊。羊，我好像从山羊演变成过来。山羊十三，鸽子羊。哦，懂了。哦，所以哦，哦，山羊组，好猛哦。哦，好棒哦，好好哦。那怎么不叫冰山羊啊？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波波哎、欸，有吗？聊天室还没出现。波波有出现吗？哦 ，B O B O， 看来要早上了，没有？哦、我们等一下刷完就哎、欸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小鱼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呀、啊！聊天室一堆英文，我好害怕。没有啦，不会到早上啦。我等一下逼他休息。哎、哦反省。哟，你我。那请你回答我，你这三天总共睡了有没有五小时？哦，好像刚好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三天多少？72小时，有人只睡五小时哎、欸。哦，繁星怎么可以睡这么少呢？哦，对啦，我以前也是这样。哎，没有，我以前甚至不睡的。小鱼。我就是看不懂啊！你知道我刚刚英文多好笑吗？跟他们沟通，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？你好，我是范喜，跟着我念一遍。而且当时很好笑，就点点跟我开台啊。那时候玩新路、嗯，然后就有一个关那个聊天室出现一个说什么要送我序号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因为当时就是点点在翻译英文，因为我有新路谷嘛，分享画面给他看。就翻译英文给我听，然后我就回他说：“你要不要跟那个观众说，台独是男生？你确定要送吗？”那那个聊天室人就不见了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把你当台独，而我是陪玩的，有没有？应该不会吧？你看啊，小鱼就在那边嘴我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还说小鱼对我很好，没有啊？我们都互嘴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没有说小鱼对你很好啊。我说没有啊，你说对小鱼都。对秀秀特别差，我说没有，小雨也会啊，我们都是互嘴关系啊。哦，
没关系啊，小圆可爱啊。嘿，我们去刷商人啦。走啊。他说：“哇，我对他很好哎。”你能给我核密码吗？我叫核密码，欧密码我知道了，核密码是什么？他好像在用中文翻译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在用？哦，感觉是好。对呀、啊，我有合融合的密码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合融合是什么？没有啊，那个就是核能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哦、核能产、欸、核能能产生电，就是要用核融合啊。哦哦，土豆，谢谢，感谢你让我吸收一些知识。哈记启动了桌布引擎，哎、欸，当时开了桌布引擎开台卡死了，想说哦，哎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我是之后换了电脑之后就还好。我刚刚拿什么？齿轮哦，水桶。让你去准备，我去种樱桃、杨桃，不是，桃子，好，好的哟。抱歉哟，我好呛哦。嗯，怎么了？哦，我要把我的复活树放在力。啊，就跟你讲，先放力里面，你都不听啊。我听喽，我听喽，听牌喽。我以为要说听海哭的声音。没有哎、欸。哦、oh.。听到黑姑的声音吧，听繁星尖叫的声音，哭啊！哎呦，想到就抽到我笑点，笑死你！你怎么这样子？我笑点很低耶、欸。可以洗。哎，对，你的武器太久还没修哎、欸，你要一直。只剩一吗？来来来来来，那个谁最最这个修理屋，然后把这个放上去，然后修下去两分钟。你真的、哦、这么久？很久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也种一下水蜜桃，赚个钱。哎、欸，可以再多做一些农田吗？为什么？嗯，没有，只是觉得这样更有收益。不是啊。就是怕那个才拔掉的，你先要叫我把它种回去哦、喔啊。哦，懂了。那这样子，我私底下、不对，这样子你就没有收到钱了。你放在箱子里面啊，我觉得啊，不然没差。啊，对哦，箱子里面，你好聪明哦。而且你要知道哦，你这些水蜜桃加起来效已经比我们原本的还要多了、欸。嗯嗯，我就贪嘛。贪啊！哪次不贪了？看你是这样撒种子的哦、喔，种子太多了是不是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妈的！被你看到了，被你看到，我想说怎么？一个，又一个，再一个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别怕，我刚这样说，懒得站在这边。你看，还要效率嘞！你在那边乱花钱。对对，这个是我们现在新发现的种法，这样很方便。我的田怎么这么高？我教你哦、喔，你就是在上面放那个运输带。然后就是放这个。啊，这样啊，然后生完就会，然后建议不要放超过七个，因为你这样一次打掉的话，你一次打掉的东西会不见，就是说它有个上限值，懂吗？那我们测试过，就是一次打掉上限值是63，所以盖七个就好了。
像种子只耗一个，对啊。他刚刚是白痴，那么乱打乱撒。没有，只是觉得调角度好累哦。你就站那边就好了。好，你看啊、喔，他这样子只撒一个，然后全部撒到了。嗯，我厉害吧？你好棒！你不在卖啊？我现在卖吗？啊、不然你要去那边卖吗？也可以啊。哦，好吧。那等一下我就把这些材料再带过去啊。我身上是有农田跟洒水器的啦。300万。你先等武器修好吧。我有备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打龙会掉啊，所以会有备用的。啊，对啦，也是。你没有卖萌啊！天哪，我哪里卖萌了？要也是繁星吧？我的天！我哪有卖萌？要也是蓝蓝吧？我的天！我要把你杀掉！哦，我要杀掉你！啊，小雨，你怎么这时候会醒来？做噩梦，梦到你的笔电坏掉了。你怎么讲这种话？她男朋友送她全新的笔电。嗯。这样重。哦，就老居啊，老居送她一台新的笔电哎。放我上你会怕了，这边都是木头地板。他怕死了哦，他烧起来的话是真的没救的哦。啊，对，那时候我们太慢发现说可以回。做那个的齁，嗯，那时候也是我突然看到，对啊，不然就不会让你在隔壁盖那么累了。嗯，小鱼在开心什么？哦、还有那个啊，笔电啊。哦，我懂了。对啊。幸福的女孩。嗯。我还在依赖，想当个小女孩。你们听到这键盘声，他家猫在打球。废球，贵贵的。我是要怎么把你杀掉啦 ？Excuse me， 你会用冷暴力杀掉我？什么叫冷暴力？不理你吗？我怕你会不开心。不会啊，这中我饭怎么又这样子？不会啊。欸、小鱼，我问你哦、喔，我是脾气改很多，改很好了。因为这个小鬼其实是当时还没认识你们的时候，我认识他的。他就很好奇，说我以前脾气是怎样。哦，你问小鱼就知道了。小鱼跟秀秀知道以前骂他骂的可凶的嘞。真的假的？那真的啊。那他们 EQ 很高哎。他们就很高啊，都能包容我。哇，你们撑过来了，你们好棒哦。对啊。我是跳过中间那个时期。直接遇到好的繁星、欸，他直接说：“你可以凶我看看吗？”我说：“是不要啊，以前就是靠北板上面就被嫌太凶，我也知道啊，所以之后就不敢再凶了。”真的假的？到底凶到什么程度啊？你可以打对字吗？什么意思？凶暴，凶到爆。笑笑，拜拜！我背着你，你们好坏，前辈，很小，繁殖期，再做个交配所。因为我认识繁星也是6年前了吧，6、7年前。我记得2014年吧，三吧，13吗？四，你那时候什么时候？四聊天呢、啊？嗯，然后三可能就认识了。你那时候什么时候进秋口的？我什么时候进秋口是什么时候认识你吧？对啊。神奇的机缘。
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你没有很凶啊。哦，那是你没跟我玩游戏哦。我的天，真的是还好。我就把你赶走、吓走了，搞不好你都黑名单我之类的了。要做什么？哦，繁殖。肉肉稻草。我最近凶最凶的应该就是秀秀吧。在玩魔物的时候，还想跟我比看谁的魔物杀最快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秀秀居然做出这种事哦！对啊，而且我跟他讲说好，他说他回我好哦，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来比吧。他说比的过程，我本来是想跟他讲说，我的意思是想要说，就是我们一人各那么开一个单人的自己去刷，就他误会的意思是说要比伤害谁最高。然后就说干，比什么伤害谁最高？你又不软化的，妈的，软化都是我们帮你软的啊啊啊！我就觉得软化很麻烦啊。啊，秀秀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你老实讲，不要说我抹黑你，我乱说话。来，请说。我哪有？我，好吧，有，哎，有时候会这样子。卡哇伊呢？对不对？最最。然后那时候还拿他的伤害跟醉醉比，那时候醉醉是拿辅助的东西在跟他打，打状态的啊，麻痹啊那种东西控场用的，然后只打对那个秀秀只打赢人家一点点就拿去嘴人家，因为他难得赢嘛，所以很开心。对啊，哎、欸、我好了，我弄好了。嗯，那等我一下，我再种个一批。我想说的都被你说完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啊，你就只会拿这些往拿这些拿来炫耀而已啊！你这些炫耀的东西有什么好炫耀的？拜托，就一开始我们打那只龙的时候讲给你听，只是刚刚开场而已。他就那边嘿嘿，我伤害赢了哟，嘿嘿嘿嘿嘿嘿。我说不是哦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刚刚有你看哦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是朋友哦，是。我那时候就说啊，我们只是在软化而已，我们要开始上了哦。就他打了两三分钟的伤害，我们花了十秒钟就把他打起来。为什么你们真爱这么高？这样子。好啦，差不多了啦，等他，哎、欸，要四分钟了，不然你把这一批水果带过去隔壁卖吧。嗯，好吧，走吧。走啊。你有带商店吗？嗯，要带吗？其实我觉得去那边做，我直接在那边卖好了啦。可是时间到他会算的，那边做一个没关系。好吧。那你去。好吧。好吧。冰沙都会帮忙回答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他们哦，他们怎么这么可爱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已经算好沟通的了。有啦，他们应该是跑掉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叶兰跟你哦，我想啊，你也可以叫兰兰呢。奈特兰。刚刚说那个啊，女朋友那个啊，嗯，蓝，刚刚叫我想反，反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哦，因为好沟通，不好沟通你就吓到了哦。那猪的叫声，啊，狼人。
哦，我刚以为那个猪是石头哎、欸。快上来！我被打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会二段跳？你不会了？啊！我面具拿下来了。要帮你吗？哦，好。不用不用，我去、啊、我去把它点回来。啊！你就考虑一下，因为这个面这个皇冠，它是攻击一个魔法攻击，还有生命。它主要是攻击加13而已啊。13。对啊，其他都是加，哎、欸，真的，下面都是13、13、13哎、欸。对啊。其实有用的你只有生命、体力，哎呀，那也还好嘞。可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。啊。我不然把我的面具吃掉了，那不就还好多买一个面具？吃都没跟我讲、啊，我都没吃，你吃，我的天！耶耶耶！那个 no， 其实我也看到，觉得哇，是不是要被编了？那个 no， 就是他那个外国朋友啊，就打一个 no， 我、哦、太长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哇，小鱼竟然没动手。小鱼辛苦啦。真的欸，那只好你来台湾的时候请我吃龙虾了，小屁哦、喔、肚子在叫欸，好恐怖哦、喔、刚打雷的声音是我肚子里发出来的声音，你们应该听不到，我吓一跳。好了，开始布置了。嗯，其实那时候都看不懂外国人在说什么。嗯，冰沙要去睡觉，要赶快睡呀、啊。对啊，赶快休息耶，没关系啊，快关台了。蓝蓝也要不见了。没有啦，了不起四点，好不好？十点。四点。哦。了不起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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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不起！了不起！了不起啊！好了，可以了。我好热。刚刚被妹妹说，怎么还不快睡？对啊，怎么还不快睡？繁星快骂他。刚刚被妹妹骂说你们怎么，吼，还不睡？对啊，怎么还不睡？你挡到了啦！对不起啊，我胖。给我切画面嘞！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怎么放不了？你看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？这时候睡醒了、啊、好了好了啊，我们应该去找工匠的，再一只工匠，工匠又不急哦，好吧，工匠没有，因为工匠他到哪边还是只能刷一个那个啊，啊拔金锭，没有我要，要杀掉啊！哦，好贵哦，好，赶快杀。那你有要刷吗？还是还好？我刷就好。嗯，好。你要留哦，不要太早杀哦，不然来不及繁殖哦。嗯，冰沙晚安。冰沙晚安。晚安安安。八八一。你要的是什么？哇，都是拔金耶，天啊！我要的是什么？我要。为什么这个德式酸菜会这么贵啊？你看它补多少啊？三八三八十。还是越后面的东西价位越高啊？有可能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好贵哦、喔！凭什么？
哎、欸，你不是要洗？你在干嘛？等我一下哦。买箭矢跟一些食物，好吃的食物。因为我烧肉快吃完了。什么靶金啊？嗯，他们两个死掉了。先休息一下，赶快交易啊！好啊。哦，金金呢？嗯，反正这就讲了嘛。如果要金金的话，我们再丢出来就可以买啦、啊。因为我们现在也做不了啊，懂、哦、吗？也是啊，这是目前这个世代上最强的金属。而且那个金金的话，你看它附魔是大猩猩跟雌的。嗯，看你啊，因为这两个雌，我觉得还好，那就好。生蚝，生蚝，我看一下。嗯，我的店长找我。我这时间没睡。对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明天有要喝什么饮料吗？”嚯！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激光剑、嗯。哦，那个，嗯，你可以买来吃啊。这边激光剑好贵哦。个十百千万算30万而已啦。欸、我在隔壁，我在前一个沙漠的激光剑好像才多少而已，10000多吧。那、嗯、等级不一样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写等激光剑几等啊。那你说买来玩是什么意思？我以为是便宜的嘛，反正我觉得你等一下杀一杀，杀到会有激光剑。嗯，我都看完了，没有我要的。好，可以杀掉。上去，你上去，我、哦、上去。好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叫他上去啦，就不是你要跟他繁殖、喔、哦。嗯、啊，还是我们要做个牛铃。牛铃哦，摇它是不是？没试过。嗯，摇它。铁锭跟银锭，哇，哭了。好啦，丢一个上去喽。嗯。杀掉，杀掉，你说杀掉？怎样？哇塞！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开台什么的。你店长？等下那个是新的。你再不认真啊！不是啦，我以为你说通通都杀掉，我就全部都杀掉。对不起啊。都在生了，都在生了，都在生了。生生生，对不起啊。错，有吗？有尬意的？没有，我好烂哦！哇，这什么烂东西？哎、欸，又生一个，又生一个，又生一个，我把它带走。好，你带走。有把你带走吗？为什么？他躲过了我的攻击。他穿过的爸爸。你在交易啦，欸、白痴哦、喔！哦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才刚交易呢。你刚不是交同一个？哟，对不起哟、喔。好了吗？寿司。真的好贵，我真的有点买不下手哎、欸。云儿，再过几个小时期末考的他，哦、嗯，樵夫的剑三，都没有很棒的食物哎、欸。最最晚安，最最晚安。我是有啦，只是那好贵哦、喔。没有，我不萌啦，我的天。那他们死掉了。五罗旺斯杂烩，
这样好像真的寿司好一点。你要吗？买给你吃。他补多少？哎、欸，330，还不错哎、欸，可以啊。买给你啊，我吃其他的。耶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我去吃。那我怕我那个盖饭吃完，补血的东西太少，因为我现在不太用技能补血了。来不及啊。对啊，然后干脆直接吃，顺便补体力。如果用魔的话，我觉得你很适合闪电泡芙欸。嗯？闪电泡芙是直接补魔的、啊。闪电泡芙是什么？它是多少？300，我有一个那个的啊。你可以买一个，我要吃那个而已，一个就好。啊、那两个我也要吃啊。好。或杯子蛋糕啊，250。那闪电泡芙也蛮厉害的呢。很贵。我们有无限的金钱。来来我这，我在你旁边、啊。来我这，他塞在这边，看到吗？哪里？我看到了。一闪电泡芙，它是泡芙、欸。我其实蛮喜欢吃闪电泡芙的耶。这个闪电泡芙的东西哦、喔。有啊，很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嗯，它是长条状的泡芙，没闻到。你好像很忙。没有，我就看到鸽子的留言。嗯，FB 吗？对。他说我应该改名叫做油腻纵火犯少女。越来越多了。我的词缀有点多、哦。油腻的，纵火的，叫什么？西门町也有吧。淡水没有，西门町也有啊、哦，所以你有在这边，你有在台湾吃过。哎、欸，你好就解决哦，我在丢新的。嗯，好了好了，那我杀掉他们哦。好、啊。死吧你！罢了。感觉好不犹豫哎。你还没死。我想说，绕过他抓他好了啊，死掉了这样子。哼。你等一下应该还是会累个，因为他们死在地上。对啊，没差啦。哦，我真的好想做做看那个重置按钮是什么。如果他只是把地图上的东西掉落物用消失的话就好了。我感觉到一次性的。嗯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吧？好。人的生菜沙拉，我的天啊，我是猎手的。没有耶、欸、又有一只新的。哦，寿喜烧，嗯，没有很好。前魔力的寿喜烧，五魔600。极度干燥的起司蛋糕，好像很干欸。哦，好想吃哦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可以杀掉。嗯？左边那个在动的可以杀掉。哎、欸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你现在问的是新的吧？新的啊。好，我先把它杀了。虽然是说是这样子，但是把它抓起来。你真是好人。没有，还是需要有人站上去配种。那就由我来吧。你说配种哦？哇哦！哦。现在就由我来吧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没有啦，哎、欸，你看我有三个寿喜烧，我可以直接买300个哎。哇哦！太多德式酸菜了吧？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觉得是这个等级的都是寿喜烧哎。嗯，因为我之前都是卖那个，啊对啊。啊！你
你做了什么？把他杀了。哎，光剑，地上有光剑，地上有光剑。来来来，左边左边，地上有没有？在拍上两个，对对，一个一个。刚胖子挡到我，啊，对不起。啊，不行，对不起。没事啦，还好有先买啦，我就是怕意外发生才会想要抓。对不起。这个有攻击力400耶，大斧头。他一玩游戏就会没日没夜的玩，其实是繁星是台湾，然后睡超少的，对吧、啊？然后他开台，他剪片啊，对啊，然后不找剪片师啊，对啊，因为穷啊。暴击伤害。没有，你们现在看到我可能会卡，可是我关台之后真的是好很多。对，昨天我们关台干嘛？高兴什么？要你陪我去刷伤人才这样。不是哦，就算你不刷伤人，我也会卡好吗？说啥呢？而且我没有、欸、我也好奇说这个等这边的商人会卖什么好东西，他已经卖了最高等的，对、啊、你看有没有发现没有攻，对不对？我们刷这么久都没有出现攻、啊、再一次好不好，就再一次就好，好吧、嗯、不是啊，那你要记好我们攻是在哪里刷的哦，记得吧？攻吗？对啊，上啊那个沙漠，对对啊，来吧，史密斯先生。啊，怎么没有死巨人？嗯、我在那边，我去打。我清一下尸体，走开。你不要打一打，把石头打爆哦。然后你叫、哦，骂脏话哦。哦哟，我打到角落去的。来吧，经验。一六。你什么时候请你？你说请你吃饭还是请你当剪片师？我也想当剪片师。不是，我讲啊。啊好，今天听我分析嘛。剪片师这东西就是双方要达成好，就是金钱的交那个嘛。那我其实我以前有想过，就是我请剪片师没关系，就是我只是个平台给他，类似像是在作品集这样子。就比如说收益几乎都是归他这样，但是就是有个平台让他有个地方可以放影片。我本来其实有这样的想说，嗯，那我就这样干好了，就少赚一点，那就是也轻松一点，但是至少每个月有钱。可是这样我的月薪其实如果顾下来，我一个月只剩下大概不到4000块一个月哦、喔，而且不是日更哦、喔。因为没有要看剪辑师的价位多少啊，嗯，对啊，那我通常听到的那些都是也、欸、因为我的方式也不用全字幕啊，就只是剪个好笑的地方上重点而已啊，顶多就算1000好了。你看1000如果是全整个月的话是30天，30天就30000块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只要丢记录档给他，然后他帮我剪片，然后这样上传，这样很轻松嘛，我就可以一直玩游戏也没关系。可是我就是赚不到钱啊，所以我才会能靠自己，尽量靠自己。同意了。对啊。这边都没有我要的。我觉得这一张地图比较不好了。连个。你要什么？就是连个食物也没有我要的。也没有毒箭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趴在商人身上哎、欸。可以啊，
所以这张地图不好。嗯，这张地图不好。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打名字，不好。嗯，没有，先放个告示牌，快跑。哦、Run， 快跑。有吗？小鱼说：“你养不起我。”30天30000块，不是，你要想一下哦，我的影片内容那样子剪，其实你一天花不到4个小时，4个小时就有1000块，而且你只要剪好笑的地方，而且 我是因为主要是电脑变慢，输出变久，所以剪辑过程中也变久，所以才会需要3个小时以上，3个小时到4个小时，然后。那台湾的时薪是多少？260。而且想只要在家里工作一个月，对啊，有多少？现在多少我不知道。你刚刚说260吗？对啊。没有啊，158，160。160，对不起，160。那你看160，1604小时1000块。我看那我就自己做就好了。但只是要换电脑而已。一起啦，好，我没有告示牌，等一下回家做。这边有木，这么工作台啊？可是有没铁？我记得他要铁。我有打到铁啊，欸嗯、等一下可以做熔炉啊。直接在那边新的生活吗？没有，就直接做个熔炉就好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点一下二段跳，我刚没点到。好。嗯。怎么了？他刚刚耍白痴。哎，尸体突然都不见了。对啊，会那个啊，会清空。不是每个天上影片的字幕都不算太贵。关心是想每天影片但不需要。对啊，我只要给你们好笑就好，每天有东西看就好了，反正是这样的用意啊。反正就会有人说啊，你怎么不好好上字幕啊？感觉我也想啊，只是我每次只要开始打字幕上去之后就会开始很卡，我电脑要换。在哪里啊？哦，对对，那你给我铁吗？一个铁钉。哦，我们没有铁钉。你有铁钉吗？没有。那好，我做熔炉啊。我已经做一个熔炉出来。我做一个熔炉。对啊，那我刚刚隔壁打那个石巨人又掉了。好的。哎，繁星。嗨。没有。突然想叫一下你，是不是很累了？你声音听得很累。没有，没有，史密斯先生，我超开心。你快点，哦、等我一下，我正对啊。不用对啦，是要对多奇啦。这边之后应该不会再来了呢。你要对，我不管。好了，抓好了，去吧。好。那你要打什么字啊？快逃！确定？你说。到时候我们。不然你就打说这边商人卖东西很烂。好。对。不然我们就再开一个，去下一个地图再刷。好。那我们就不要探，先不要探地图，我们先刷就好了。好。那你要不要多烧几个铁钉给我，这样才可以去那个打字，这样才知道我们的进度，对不对？对不起。哦。怎么这么好听？好听啊、哦！阿公吃饭了。那
那这是蘑哦，那乌龟还是蘑菇啊？哪呀？你跳我这边，跳门，然后往右边看。啊！啊，你的右边，左边。好恐怖、啊。嗯嗯。你是不会爬一下哦？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你看。右边。低头。低头。你看。哦哦，长颈鹿哦。我刚才差点被骗到我也不知道啊、欸、好了，铁烧好了、嗯、我们可以走了。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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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还没还没哈，等一下哦，我再做一下下，把它做出来。猫，你要吃东西啊？不急，食物很珍贵。64个，现在剩63了。哇塞，你是吃牛排，我是吃牛肉盖饭耶。嗯，有狼打我、嗯、那我要贴在哪里哦？我们出来是从哪里出来？好，算了，一日贴左侧。左侧，结果我们出来刚刚那边其实是右侧，有没有？对，两边长一样。这里伤得很烂。好。欸，没有走的话，再去打一只经验。打什么？哎，猫、欸、咪。去死啊！好。我、哦、好快哦你！主要是他有穿透伤害，不像是那个打了会弹飞，他不会击飞的话，这样打比较好，好吗？不然其他生物打下去之后、嗯、会踩在冰上面啊，他不会、啊。懂了。好了，先回去，我们去下一张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没有那个吗？哪个？东西。就是他的下一个开的门还要去啊，要什么东西？嗯，我看一下他要什么。哎、欸，下一个是七哦。对啊。好，回家吧。子伦，你开，你开。我开。今天待会9:40要上课，赶快去睡啊！天哪，我11点要上班。天哪，我天，你要睡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能玩游戏的时间就那么少哦。你的 LINE。 嗯。那我刚才睡醒两个。有时候真的睡一两个小时就很饱了。有时候睡五分钟醒来就超饱的。那时候明明是熬夜没睡觉，就睡五分钟就好，精神怎么那么好。我有时候睡一下叫起来就觉得很想辞职。哇，我还蛮常发生的哎、欸。你去那边干嘛？带材料啊。我看一下。十个木头300。齿轮10个，筒子10个，是吗？齿轮20，筒子20。哦，你拿，你答对了，你拿。我答错。你拿了，你在那边拿。我答错了。给我。要什么啦？齿轮20个，生物酒精20个，木头50个。轮20木头生物酒精，我连木头都没有啊！你带个木头在身上好不好？你玩麦快也要带木头在身上啊！嗯，生物酒精20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赚钱，想要去抖内他。嗯，啊，好，好，
肥宅神哈，这个是秘密哦。好，有没有听过低沉的声音？你有没有听过？哎呀，放不进去，为什么？你可以用王北北的声音，然后很低吗？王北北就是不能低啊，他就是这样的声线吗？对啊，你压低的话，就又发不出王北北的声音嘞。嗯，那你发出王北北啊？你现在发发看。我是不会说谎的，这样子吗？嗯。走开！哇，走开！胖子，我滚！哇哦！有了、嗯。好啊。明天再来逛吧，先刷。对啊，你有看到你给我看到一把武器叫做一千零一夜，跟我说。好。听说那把就是当时最强的武器。我也很少躲那他会被抽签。哎，小玉，我有用绿戒跟那欧富宝了，只是下面没有出现，我也不知道去哪边。啊，就是你们点开我的影片嘛，影片下面都有那个啊，有欧富宝跟绿戒应该有啦。因为前天跟好屁也不是跟你讲话，前天跟小那个水里有去研究。啊，我之后再问那个小雨他们。怎么在聊天室下面显示好了？进来了，哇，这边好平原哦。我知道了，我等下去看看。不用了。好的。会跳通知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是以前 ，I real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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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you。好吧，不是，是焦糖舞，是焦糖舞，想起来是焦糖舞。哦，好平，好平啊！那我去挖矿。看来有新的点了。这是石头人吗？这是什么？我看起来像石头人啊，来一下。钻石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黑曜石。哦，有人哦哦，有村庄、哦。村庄？喂、欸，跑屁呀、啊！哦，我们大象可以在这边致死。就这个河，这河够深，是吗？够深啊！那我们现在需要大象干嘛？赚钱啊！哦，过往可以，这大象是过往赚钱的、啊。好，之后吧。嗯，我们先来繁殖吧。好，我们先来用商人吧。怎么了？我是觉得刚刚词句不太好。走吧，我们去录。好，拔金，拔金。我们已经越级来这里了。真的？对啊，这是拔金的嘞。啊，我们现在最高等级是钻石的。哦、所以我那时候鬼叫的时候你是认不出我的声音。嗯，好爽。那时候想说、嗯、怪在叫吗？繁星，你是谁？你可以用机器人指令。你说什么？机器人指令哦，捡钱太多的这边这边哦这边哦，这样子啊。繁星，你攻击了我的村庄。繁星，你刚刚那是你的叫声吗？九十五等史密斯 ，Hello， 跟我讲话好吗？嗯，是建议不要抓他啦。为什么？他血太多了。哦，没有好的。他光剑多少？刚刚是三十万嘛。才多少？也是、欸、差不多。好好看哦，哦，他超难砍哎、欸！
哦，这边有墓碑，吓我一跳。等一下，我在刷商人的时候可以换你去逛逛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很卡人逛什么？哦，哦，对不起。哎，我发现，做墙壁那些在身上做比较好。你说一次十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你就是要站着不能动啊，是相对的。还好啊，就是是，哎，又不是做剑士什么。嗯，你这么说也是啊。哦，感受到的。那个了。月球漫步。嗯，抱歉。你大概道歉什么？就是电脑的问题哦。嗯，就是因为如果不让你来陪我刷这个的话。不是啊，就算不陪你刷，我刚刚在打那些的时候也有点卡。哦哦，是啊，我没有注意到。你要抱歉的是，抱歉我的电脑跟我的台，对吧？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来了，回来。我来了，等我。Nana，我路痴。哦。看 ID 啊。看到了。然后。抓紧，要不要看？要抓紧。好的。哎、欸，还没四点啦，吓我一跳。怎么了？没有啦，小鱼说四点了啦。嗨了啦。嗨，帅哥。嗨，美女。给亏吗？我觉得你现在比较想要理他，不是想理我。欸、还是一样哎、欸，都拔金的啦。如何？就是这个东西。好想要见识哦！哦，你要见识，我们就回那个沙漠啊。见识跟你知道毒箭吗？嗯，我想要火箭。火箭那要去那个哎、欸，沼泽那里的。嗯，那好吧，这一批生完就先回去。好啊。嗯，等一下，我的。我不然把我袖子打结了。袖子打结？没有，没事。不要理我。对耶，跟上一个麦当劳一样。长颈鹿的拔金矿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买？我买了。以后。嗯，真的都没有哎、欸。嗯，嗯，好吧，没有哎、欸。嗯。QQ。好，喝到妹夫茶。下一张地图喽。嗯，下一张还是要回去。我下一张啦，我换地图喽。好。你是要刷火箭？嗯，火箭石，
但我觉得今天先这样好了。好啊。对呀、啊。整理整理。呀。那你明天十点后有空吗？还要玩吗？轻松生存结束。你这样不累吗？哦，哦，哈，哦，哈，哈，就算不开台，我们私下也是玩而已啊。嘿嘿，可以啊。好啊。十点后吗？好的。喂，什么声音？好哇、啊。好哇、啊。好，你没办法再下去，能，能，他有的玩就不累了，我的玩不，马西啦，要看呢、欸，要看玩什么？啊，不然就是小鱼，我们改天来玩东石大、啊。好啊，我也要。那时候小鱼多会做菜啊，都给他做菜，我们出去吃这样子，然后每次回来他就在煮菜，我们回来都有东西吃。哦，好让人安心哦。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就是说一个舌头啊，他一直想要去地底探险，那时候往地下二楼、三楼先打网。可是我准备好物资要过冬的时候，哎、啊，又准备好物资要过春天，哎、啊，又准备好物资要过夏天这样。可是没办法，我开伺服器哦，开台的话我不能开伺服。我也可以开啊。你们想东石大，但是你要加他们好友喽。哦，嗯，那不然其他电脑跟我比我好的，或者是跟我一样的，秀秀吧，秀秀啊，不对，小鱼，你现在电脑好不好？你都换电脑了？他不是笔电吗？哎、欸，我电竞笔电哦。哦，可能哦。难得刷 PU 一台可以跟听，我觉得赞，要关台二啦。你可以，我可以对他聊天。聊天，你把桃子种子又带走了、哦，因为我太喜欢他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可不可以至少留一半在里面给我啊？对不起，我就贪，我就觉得拿在手上，我的天啊！嗯，我放箱子里。嗯，在哪里？对上面。我的天、啊，对不起。哦，小鱼，如果电脑好的话，也要有网络哦。哦，对呢，网络不好，对呢。叫你住台湾呢，住香港，嫁来台湾的啦。老居是台湾人吗？台湾人啊。那嫁来了。对啊，你看。我说靠，嫁。快乐啊，呜。呜什么？他说快乐。哇。哦，好可爱哦。那其实打我好快乐。嗯。附魔顶长颈鹿，长颈鹿。你看到了，你说快乐啦吗？没事啦。你看错了，他说他很快乐。你全部吃下去了？那不要的，都是散的，一个一个的那种，哦、又很烂的、啊。哦，懂懂懂。我很快乐，请你快来，你就可以请我吃东西耶，多棒啊，对不对？赞哦，赞哦，赞哦！哇 ，Tina， 都快关台才出现，
我不认识。他打斗阵的，打斗阵啊，就是那时候一起打斗阵有出现的声音。伊娜、小鱼啊，无缺。你要打很厉害的那个吗？他慈悲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没有看到。嗯，我求求我仓鼠的，你也我也没剪精华、啊，有啦，哎、欸、有吗？我不知道。嗯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啊，现在是闲聊，等四点关台，嗯、然后种。哦、水蜜桃，我哪有？哇！我等一下休息一下，画一下图。你有什么想图？都想画了？没有，把我人设画完了。哦，那现在你先去准备啊。我准备好了。好。没有啦。我现在在看聊天室啊。好，交给你固态了。我打水蜜桃。嗯，现在有小鱼在，不用担心。他不是说要去睡了吗？骗子。嗯，他担心你的台，你怎么这样讲话？我就想怼他，怎样？怼他，他很开心啊。对，小鱼。万战造型啊！看下一部 B 哈，嘿嘿。啊，不是说脾气好很多，好很多啊！哎，这个好呀。脾气好很多，跟呛不呛不一样啊。哎、欸，嘴跟呛跟骂，你选哪一个？嘴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要我骂你？要是拍到你直接被鳄鱼咬死的画面，这个画面很不雅观哎、欸。真的哎、欸，很会拍。他比鸽子还会拍、欸。我的错，自己拍照干我屁事哦！我脾气很好哦，可是我也很喜欢嘴翻心，然后会被他反嘴。他嘴不赢我啊，就喜欢被我嘴。你看 ，N 属性就是这样来的。哇，翻心骂我！我是一直想被你骂，对啊，你看秀秀，你就是要懂得珍惜。你看我骂你骂的多辛苦啊！你要好好珍惜我骂你的每一个瞬间，每个时刻。我都是用心良苦在骂你，你懂吗？就只有你最不懂珍惜。臭臭，听到没？你要跟他说有多长？想要被我骂？对啊，那边排队我没有一个回骂过的、欸。对，靠北是靠我更新啊。没有。今天没有，好。嗯，好期待、喔，期待看到什么八卦。哎、欸，猫咪。猫咪。猫咪，你现在很胖。小小，你现在很胖。我是比较好奇，那叫刘玄德到底是谁啊？超认真磨人呢、欸。嗯，就最近靠北实况下面有一个叫刘玄德的啊。我看一下，我怎么没看到啊？然后头像有点红色的吧，啊，就有点都在。猫咪。在什么带风向还是什么？就超认真在那个在回一些讯息。哦，刘玄德看到了。对啊，
他回的话都超认真的。嗯，等一下哦。你杀猫了？对呀、啊，小鱼家的猫是肚子饿叫还是发情叫？我家的应该是孤单叫。我比较少听到小鱼家的猫叫、欸，那应该就是小鱼有好好陪他。乱叫可能被杀。他乱叫，我就会贴一张贴纸在他脸上。好，好棒哦！那种便利贴，当僵尸那种便利。对啊，就是跟僵尸一样，贴了一下，他就安静。可是你一直他一直叫你给他吃了，他会不会养成习惯说啊，要叫就有东西吃？会这样吧？他会养胖。对啊，会叫的胖子。哦，好可爱，会叫的胖子，肥肥的。喂我、哦，胖胖的就可爱。喂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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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躺下了，喂我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真的不行了。不行了，你说猫在叫还是你不舒服？好，还是猫在叫。好啦，接近尾声啦。等一下就关台休息，反正其实是可以开到白天的啦，只是怎么讲，一个人玩，像我跟小鱼说嘛，他每次玩游戏都一个人玩就很无聊啊，而且跟观众聊天啊，说要聊什么啊，聊来聊去，有时候话题还不能跟你们参与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只能找个游戏，他怕就是，但是就是怕游戏你们没兴趣，看不懂。像玩泰拉瑞亚，当时也都五十几个人在看，然后魔物猎人四十几个人在看，就觉得很问号。那反而是画画，应该照理说你们最看不懂的东西，很多人在看，我也很问号。嗯。”你们想听他讲晚安吗？我觉得他应该去陪猫了。Hello。哎，讲个晚安吧。晚安。好，我说完这个，我休息。好的。反正都是事啊，就是都有事啊。他都有事。就。很多游戏都有去试啊，但是都失败啦。在讲什么？然后等下跟你讲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晚上收看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啊靠，要忘记播广告。好，再等个五秒钟，让广告飞一回。有没有？刚刚在聊那个啦，尝试不同游戏啊，那就是观众都不合胃口。讲这个，像之前跟你讲的啊。为什么不实况泰拉瑞啊？我说没有，上次就实况过，没人看得懂。你关台了吗？还没啊，我在等广告播一回。哦、我家的猫。没事啊。猫。哎呀，哎、欸。哎、欸。猫咪，安静。猫咪。好了，这批桃子收成了，啥？晚安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